介绍是要介绍哪几个？好，那个各位学者、专家、各位政府官员、各位委员，好，非常欢迎各位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这个公听会。那我想，这个不当党产的这个处理啊，是这个转型正义里面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啊。那这个议题也是社会相当关注的一个议题啊。那为使我们内政委员会的委员同仁审查哦，能够周详妥善啊。这个具体可行的提出一些方案，那今天特别邀请各位学者专家跟政府机关代表来出席哈。那当然最重要的是能够听听各位的高见哈。那各位的高见我们也会列入立法院的公报哈，作为我们内政委员会的审查的重要参考哈。那今天简单在各位手上啊，我们都有列出今天讨论的这一个提纲哈，给各位参考。那各位也可以这个尽情提出个人的看法跟意见，好，我们都非常的欢迎。那是不是我来介绍今天与会的这个人员？好，那我按照这个签到的这个先后顺序来跟各位做个介绍。好，这个黄世新教授啊，他是台北大学公共事务学院财政学系的名誉教授，黄教授。那第二位罗承宗啊，他罗教授是南台科技大学财经法律研究所副教授，还有这个杨世仁，这个是我们大家都非常敬重的哈，资深我们的媒体工作者。那第四位是张正雄张律师，好，这原来我们中选会的主委。那第六位许慧峰许教授是文化大学法律系的系主任许教授，好，那第五位是杨泰顺，是教授，是文化大学政治系的系主任，好，杨教授，那另外吴盈德吴教授是文化大学法律系的副教授，哎，欢迎，哎，这边这个李笋成李教授，好，这个是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乐政法制组特约研究员，好。那还有陈纯斌陈教授，是嘉义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来，那另外我介绍列席的官员，好，我们内政部的陈纯进陈次长，好，好，欢迎。来，那这个我单位就只介绍一个了哈，还有这个我们民政司地政司跟合作及人民团体司筹备处的科长，好。这个我们相关的这个代表单位都有代表列席啊，司法院民事厅的黄书院哈、啊，黄法官哈、啊，监察院的这个财政及经济委员会的洪忠斌洪秘书啊，还有监察调查处的曾家辉曾组长啊，那法务部法律事务司郭全庆郭专委。财政部国有财产署陈美芳陈组长，交通部总务司陈玉文陈专委，教育部秘书处苏世章副处长，经济部商业司张汝成张科长，金管会银行局的王允中王专委，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发展司黄秀黄专委，还有这个人文及出版司戴金密啊，检任视察啊，国防部政战局总这个政治作战局的政战综合处沈正贤上校，行政院财政主计金融处姚嘉琪姚科长啊，原民会土管处的杜张梅庄科长啊处长，抱歉，卫福部社会及家庭署。李玉莹李科长啊，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刘家伟刘
专门委员，人事行政总处、给予福利处、里美会专门委员，编主编人力处陈雅玲检任视察，全序部退伍司李春美李副司长，还有法规司的蔡宪伟蔡科长，国军退出一官兵辅导委员会王湘军王专委，农委会林务局林政组萧崇仁萧组长，还有国发会社会发展处谢伟志谢专门委员，好，差不多。那我内政部干脆全部都介绍完了好了。好，民政司的刘立邦刘专门委员，地政司的刘杰忠，陈杰忠陈专门委员，还有这个科长介绍过了。好，还有没有补充我没有介绍过的，请议事人员再准备名单给我。那今天这个我们公听会的程序，我们就按照签到的这个先后顺序了哈。那由学者专家做第一轮的发言，行政机关若有回应，再请发言。好，那各位委员发言的顺序由主席容我来做啊，这个本院委员的发言顺序了哈。就我们大概以这个签到举手发言哈，那也配合这个我们委员的一个时间哈。那假如有委员要登记发言的话，就可以到前面来登记发言哈。那这个第一轮的发言结束之后，如果各位学者专家针对这个啊我们的列席官员或其他的专家觉得有其他不同的意见，我们再进行第二轮发言啊。所以假如第二轮各位要发言的时候，那请各位举个手，我在边就做个登记啊。那第一轮原则上我们是按照这个签到的这个顺序来做发言啊，所以我们公听会现在就开始。那我介绍一下委员。那委员的话，我们这个徐国荣委员啊，这个大家都非常认识的，他也来关心我们今天的这个公听会啊。只要委员要发言的话，举个手登记一下，就大概看一下这个时间的一个分配怎么样。好，好，第一位黄世新黄教授，我们的时间八分钟嘛，对不对？好，八分钟。这个我们在各位的这个可以坐在我左手边的往左看，我们在那个后面有两个钟啊，一个是现在的时间，一个是发言的时间，在左手边啊，各位的左手边啊，所以上面现在写个八，就是发言啊，这里也有啊，这里有一个发言的这个时间啊。那我们到七分钟的时候会按铃提醒各位一下，好不好？好，谢谢。好，请主席。各位先进，那我下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很快就进入那个本题。那我前半段我其实要介绍一个，就是说德国处理这方面的一个问题，因为德国在2006年呢已经全部结束了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他怎么来操作这个问题。好，第一章，好，那这个基本上来讲的话，那我在报告的过程呢、大家脑子里面可以将我们的情况跟他对照一下哈、你会发现就是说哈。我们里面很多都似曾相似哈，比如说第一个就是说，为他们处理党产，为什么要处理党产？那么，所以一位学者他讲到，这是一个由集权政治转型到民主政法治政治的过程当中，一党专政的政党在集权统治之下，其所累积的财产应如何处理，后期合法归属的确立问题，这个东西我想跟我们大概。很符合了哈，很符合了，因为提纲里面有没有说，有问题一个就是说，我们其他国家可是接近哈，那这个我觉得德国的话就是这个，所以也就是说啊，这个不是政党恶斗了，这个也不是政党清算，这是一个什么所谓的转型正义里面的一个课题啊，这是我想第一件确认，就德国的处理的时候是这个样。好，下一章，那处理党产跟其他的转型正义的议题不太一样。其他转型议题的话，主要是在第一个就正义的重建，但是呢，政党的话更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未来机会均等啊，因为正义重建基本上是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对不对？但是呢，机会均等是什么？是未来，也就是关系一个民主政治能否稳定、很顺利的发展，能否深化民主。我想这个党产的处理的话，是一个关键性的一个议题。好，下一张，那这里面。我要讲的一个就是，当时德国在这个征列等等，我要介绍两个条文的时候，就处理党产条文的时候，他们的理由，立法理由啊，立法理由你可以注意，就是说1989年秋天的革命等等，1989年他们推翻了本来的执政党以后，
对，但是他说我们只是革除了目前的权力结构，但是财产权的部分呢，其 不正义仍然存在。所以呢 ，SED 的统治导致政党和国家财产的混淆，其他政党和人民团体亦然。所以他说在 DDR 就东德啊，过去的四十年历史呢，那么 SED 就是社会主义统一党滥用其独占的权力，非法而排除工业控制，透过没收财产而攫取国家预算资源图利自己，这种不正义必须加以革除，不能让其在一个新的货币和经济制度中继续享有优势。但为此呢，1990年7月1日，因为东德当时是7月1日建国的啦，所以1990年7月1日基本上是他 倒下来的那一年。他说以前是政党和人民团体的财产必须确认和确保，这是政府由政府信托管理并用于公益，这种做法我想重要之安，他说这种做法是迈向建立政党机会均等的第一步。这里面大家回想，我们如果像 SED 换成另外一个党，对不对 ？DDR 换成中华民国，你会发现应该这差不多。然后呢，我再接一句，1989，我们给它换成2016年1月16日啊、哦。那换一下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的现况。好，下一张，下面一张。好，这是大世纪，就是德国处理的时候，当时1989年10月7日下来。那这里我想请他特别注意个两个例子，就说1990年3月18日，就是他是在统一以前，统一以前的事。1990年3月18日是本来的执政党政治垮台，哈、哦，就是就像我们的2016年1月16日一样，那个日子就是1990年3月18日，就是我们的2016年1月16日。然后呢，他在1990年5月31日，也就是他花了大概两个月多的时间呐、啊，他就将那个法定出来了。啊，结果呢，我们到现在已经当然还没有执政，立法院已经开议两个多月嘛，对不对？我们的法还没定出来啊。就是我讲大世纪，其实大家看到一个，第一个，他不是西德去清算东德，不是，是什么？东德西德还没统一前，东德自己本身民主化了以后，他自己本身就定制法。好，下一张，这是法源。他法源很简单，他法源很简单，但是也是特别法啊，就说第一个，他第一个设立一个独立委员会啊，第二个他要求你1945年以前财产，那跟什么1989这两个时间，对不对？一个是你的，我接受我们就是资产负债表，一个是什么？你那段时间所得到的财产整个的进出啊，你都必须要什么提出来啊？那么，我想最重要一点，可能我们要参考就第四，他说呢。独立委员会为执行职务，可以根据刑事程序法之规定，就是我们刑事诉讼侦查程序的规定，进行搜证，包括各种方式的搜索、扣押、啊、同时呢，东德是所有的政府机关、组织和人民必须协助独立委员会。我想这是当时定的。好，再下一章。那这是统一协定的以后，刚刚那两条保留，但是它又增加了，增加主要是什么？增加的主要是后面红字的这个部分，就是说到底你要认定。哪些财产是谁当或不当？当或不当，你的根据是什么？所以他们基本上提出一个所谓实质法治国的原则，这是他在判定当或不当的主要的依据。另外一个，我想最重要一个就是说，1991年7月10日的时候，德国的联邦宪法法庭，因为这个法曾经他们是提示宪，结果呢，这个联邦宪法法庭基本上会认为这个是合宪的。合宪的理由，我想主要是，后面这一段，我想因为书面上有那时间关系，我想请大家好参考，请大家参考。那么比较详细的那个判决文呢、啊，我里面来讲有引用蔡中贞呐、啊，就是台大现在台大教授蔡中贞，他这方面他这边好像对这个判决文呐、啊，他翻的比较详细的，我只是将重点翻出来而已。好，下一章，这是他们独立委员会设立，独立委员会呢是从1990年6月的时候。那么东德的时候，那就已经设立了、哦、然后呢，那时候是任命那个十位委员，然后呢，后来同意了以后呢，又任命了六位。那这个是委员的名单。那这里边呢，其实里面来讲的话，后来有些呢是会提名当这个德国的宪法庭法就大法官。好，下一章。那这个是行政部秘书处，他刚刚那是委员会，这个是秘书处。他秘书处的编制来讲，分成。1、2、3、4、5、6，那是任务编组。然后呢，基本上他的员额呢，基本上有162位，但是呢，他实际聘任最大的，我知道，但是80位。好，下一张，好，那这里面是他们调查的附随组有5个政党，
哦，所以动的当时不是只有一个政党啊，其实它是很多的什么，我们所谓划平政党。所以呢，它当时有五个政党，组织呢有18个组织，比如说什么德国民主妇女联盟啊，这些啊、哦，那另外有14个是排除在外，因为排除在外我就没有翻出来的啊、哦，就是说他们处理的时候有5个政党，还有那个18个所谓的赋税组织。好，下一张啊，调查的方法，我想调查的方法这边大家看一看，我想最重要就后面那一项，搜索科啊，他们是真的干的啦啊、哦，就是说。独立委员会调查过程的成就17个事件，针对50个以上的地方实施搜索跟扣押，这的对象是 PDS 啊，是当时、欸、在国会里面有席次的哦，有席次的哦，他针对他的办公室来讲的话，跟住家有没有曾经进行过搜索跟扣押？好，下一张，好，时间到，那我就先、欸、到此，我想等等再第二轮，好啊，好不好？对不起，好，这个接下来罗承宗罗教授。主席，各位专家学者，各位来宾，还有各位记者先生，小姐，大家午安，大家好。今天其实这个公听会是历史性的一刻，因为这是内政委员会办的。那它为什么是历史性的一刻呢？从2002年开始，行政院把档案条例把它送到贵大院来审理以后，那这个案子其实一直被卡在程序委员会，哦，一直都进不到委员会来。那是2002年的事情，现在已经是2016了，所以我们光是走了这一步，各位可以算一下，我们就走了13年，好，好不容易到这个地方来了，所以，不管大家立场怎么样，哈，这个是历史性的一步，因为这个法案呢被立法院阻挡了几百次，那大家也知道说呢，为什么今天能够走到这一步来，是因为呢，终于最大的障碍中国国民党呢，在这一次呢，他终于不是国会最多数了，所以我们今天才能走到这一步，哈，这个是历史性的一刻。接下来的话呢，哈，我大概分两块，第一个，因为这一次的会议有分提纲，哈，大概提纲有6点，那我用很快的速度把提纲所有的问题都回答过一次啊。第一个问题叫做清查不处理不当条档案条例的必要性有没有？当然有。那在我的资料里面的话呢，我有附给各位那篇文章，刚好的名字就叫做《制定档案条例之必要性跟若干的立法刍议》啊、哦。那这篇文章里面的话呢，是今年三月，其实是最近才印出来的，但是它是标在3月30号，所以算是一篇新的文章啊、哦。那这篇文章分两部分，第一个部分说为什么要制定这个法律，把它讲清楚了。至于说呢，法律里面要注意什么细节，也把它讲清楚了。那这个文章呢，我也不敢略美，这是汪平云律师以前的文章。那他为了做这些事情牺牲了生命，所以呢，哦，这个东西的话，请各位可以看一下，就不用再谈了。这个没有什么好谈的，当然有必要哦，这个没有什么好谈的。再来呢，不当党产的定义为何的话呢，这个也不用谈了。很高兴呢，今天有法务部的法律事务室的专门委员来哈、哦，回去翻旧档案，2002年的资料找出来，里面都写完了，所以。不当党产的定义为什么那么定义？当年怎么讨论出来的？这个已经被解决的事情了，所以我们不要浪费时间了。资料都有。好，再来呢，下一个问题是第二个，党产争议呢应该经过司法途径解决或立特别法处理，当然是后者。没有特别法处理的话，光是靠法院根本就没有办法处理。各位可以看到板桥那块地，光是那么简单的物上请求权的返还，也打了10年9个判决书。哦，我们的司法这样的一个状况真的是很糟糕，那个判决真的是简单到不行，行为当时就违反法令了，还可以搞10年、哦、所以基本上的话呢，我们应该像德国一样，用特别法的方式来去处理。所以第二题也很简单，第三题的话呢，应清查的当场范围多多大？很简单，去看行政院的3003次的行政院的院会决议。在那个院会决议里面呢，苏院长已经把党产所有的查询流程都讲得很清楚了，从何来，流向何处，手段有多少，就从了那个，而且行政院我记得也开了8次会了，所以大概怎么做，很多在座的长官先进都知道了，哦、所以这个我们不要浪费大家时间了、哦、后面有一个小错误、哦、赋税组织的部分，妇委会救国团救总没有问题，但是呢，后面的两个地方它是另外一个问题，它是公社财团法人的问题。好、哦，这一块的话呢，其实不是党产处理的范畴，而是在财团法人法处理的范畴，这个在解决。所以说这两块其实是尽量不要混在一起比较好哦。所以大概的话呢，那赋税组织当然也要处理嘛。那今天呢，我有收到说本来有邀请妇联会来列席，但是妇联会呢出了一个公文说呢，他跟国民党没有关系，所以他不来。
好，那他真的跟国民党没有关系吗？请看资料，谢谢。好，他说他是依据人民团体组织成立的。前一页，谢谢。前一页，好，他傅园慧说他是人民团体成立的，跟中国国民党一切关系都没有。不好意思，各位观众，请看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当事委员会的党史。我们今天不是在信口开河，有什么资料我们说什么话。你的党史上面就说了那是你成立的，你还说你不是，别闹了好不好 ？OK 吗？这些资料其实图书馆都找得到，只是说你要不要花精神而已。所以这一点的话呢，这后面有啦，我们可以有机会再慢慢看，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只剩三分钟了，所以这个后面有七八页哦。那也为了防这本书呢，在图书馆就突然被撕掉了，所以我们也做了适当的保存以上。好，再来，第三个部分，第四个部分，应否设置特别委员会？当然要设置，而且呢，设置的组成跟职权如何的话呢，就看2002年的时候法务部的那个草案怎么做嘛，就这样子。然后它的部分一定要放在行政院，放在其他部分也放在其他单位也没有用，为什么呢？因为行政院才有行政体系的科层的上下的一个机制。好，院长，请各位查，如果各位不查的话，各位再知道行政法上面会有什么后果。公务员有惩处跟惩戒，如果放在其他地方的话呢，那可能效果就很差了。所以它唯一只有一个地方叫做行政院，其他地方可能没办法。这个也不是空想的，是以前清查的经验告诉我们。哦，第五个部分的话呢，侦查范围呢，包括党职、兵工职、党营事业这些的话，当然要查。哦，那至于说呢，已经转入第三人的部分的话，那也要查。哦，这个当然没有问题，那细节我再说。剩下两分钟的部分的话，其他建议事项，还是很高兴今天看到的这一张各机关的一些单位的部分，包括像国产署来了，国产署在以前做党产的部分，对不动产这块做得非常非常好，这块值得非常的鼓励。至于呢，财政部其他的地方，其实还有财政部的事情啦，但是现在已经跑到金管会了。包括说呢，当年的时候的那个烙军捐那一份神秘的公文，由财政部出去的，叫各个银行呢，不是叫各个银行呢，把那个出进出口工会的那个钱呢，就结到一个银行去的那份公文。上次有跟同仁问，你说找不到，我们试着找找看，我知道在哪里。好，那一个一个点名的话呢，其实还有很多哈，包括说呢，国防部的同仁也来了，那我们该算算军友会的账了。再来的话呢，像全叙部的同仁也来的话，那李俊英委员好像刚才来了又走了齁。记不记得那个上次那个报告做到2005年 ,2006 年就断了，对不对？上次只是初步清查200多个人嘛，这个故事还会继续下去。我讲的是什么？党职兵工职。好，继续的部分的话呢，后面当然还有国家发展委员会，还有一件事情一定要查。好，十分钟，好，十分钟。2008年5月19号的傍晚7点多是谁把党产网站拿掉的？还没政权交替。所有当年清查的资料就放在那个地方就被湮灭掉了。OK， 那这个是当初是谁在管的，我们也都很清楚。所以说呢，这些东西其实民进党不是没执政过啦，这些东西的话连我一个学者都知道，我相信很多官员都知道。所以说呢，其实这个东西的话没关系，5月20号以后很多的会都会重开。像今天的话退伍会的长官也来了嘛，对不对？我还记得呢，上一次请退伍会查所有瓦斯公司的那些团组织的状况的时候，最后呢来了行政院来了2张 A4， 只把股权把它交代清楚而已。至于下一个问题说呢，请问在这个独占过程中获利多少钱，退伍会完全没交代。那这一块的话呢，当初请经济部帮忙做，经济部呢好像也没有做得很好。虽然高司长那时候做得很好了，但是呢，我相信后面的同学应该不是同学，后面的同仁的话呢，应该继续接下去。那讲到这个地方，各位都知道，其实我们是执政过的，很多的同仁，包括说现在已经退休了或没退休的，到底查到什么程度，我们也都很清楚了。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希望大家一起努力。以上报告，谢谢。好，那接下来请这个杨世仁，这个杨记者了哈，先拜了哈。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啊，来跟各位来请教。那么讲的不妥当的地方，还请各位啊多多指教。我就讲几个重点，一个就是讲这个附属组织啊，这个有没有必要？我跟他看这个党产条例，还有加上一个政党法，我们党产条例我这边收集的资料一共有11个版本。那么政党法有7个版本，那这个里头啊，除了政党法里头，国民党团
没有主张这个附属的组织。那么在政党法，国民党也没提，这个行政院版的也没提，高志鹏委员也没提。那有讲到附属组织了啦，我跟他统计大概有18个里头有14个都做这样的主张，等于有7%的都应该会有这个认为有必要设这个附属的组织。所以我个人的看法呢，也是同样的情况，应该要追查到这个附属的组织啦。那么对于这个附属组织的定义啊，有的有特别加盈利事业还是非盈利事业，实际上为了条文的简单啊，就用个法人啊、团体机构啊，这样就可以代表。这个是第一个重点，关于附属的组织。还有第一个重点呢，就是这党产的这个条例应该怎么来定。最多的是政党及其附属组织什么什么清查，这个太长了，我觉得应该简单一点了，比较好记了。那么第一个就是用最多就是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这个就比较简单的了。但是国民党党团可能会反弹，为什么跟我加个不当呢？那如果这样要妥协的话，可以用政党财产处理条例，但是内容不变了，里头还是有附属组织的，还是有不当了，啊，就这个名称让它简短一点，啊，那么要不要设立特别委员会啊？这个里头是只有国民党团认为主管机关啊应该在内政部，那如果有纠纷的话呢，就送到监察院，大部分的都是认为应该在这个行政院。那么这个版本里头呢，有个小小的缺点呢，个人哈，这个不晓得这样讲对不对？就说应该条文里头先有一句话说，行政院要设置政党财产调查及处理委员会，这个只有时代力量啊，它有特别。哎，一般的是经什么什么委员会，等于这个头没有先出来了。应该说行政院设这个委员会，然后再说治委员11个人到几个人了，这立法上呢一个小小的就是说比较明确，我找了半天找不到说要设这个委员会，所以这个如果将来立法这个文字上呢，用时代力量先设一个说在行政院设这么一个委员会了。那么在第三个重点讲到财务公开啊，我很佩服国民党这次很公开，就很大方的说要把这个财务公开出来。那么财务公开里头条文列举决算报告书、收支决算表、资产负债表跟财产目录，我认为这样还不够，最重要你财务要公开，就是要公开发行了。以前我们中央投资公司有做过啊，啊，后来门关起来，而且这个也不是什么要立法了，哦，所以没有牵涉到立法呢。今天我也提出来，希望在行政命令可以做了，行政单位啊马上来做，就是要公开发行，还有不要限定什么刚才讲的这些东西。最重要你就是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不要只有资产负表。像我个人对这个损益表就很有兴趣，结果他门一关了以后找不到这个资料了。而且以我个人的看法，应该把它追溯回去，从以前他没有公开的差不多有10年了，把老的资料啊，这主要的财务报表啊，也通通把它公开出来，这个很重要。还有一个就是以前行政院的网站啊，哦，这个很多人提起，我这边再重复，就是网站要赶紧恢复了哈。还有那个土地成本，这个好像赵天麟赵委员有提过了，就是在土地成本啊，赶紧把它恢复，要加速了。哦，这个行政那个以前财政部公布，后来因为政党轮替了，又把它删除掉了。希望这一次还是能把它公开出来。
哦，因为我经常去申请这个土地成本，现在看不到这个资料哈。还有有关于这个，有争议党产，这个蛮重要的一个部分了、啊。照国民党的党版是说，公布以后啊，这个两年了、啊、就要请求返还。我如果没有误解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两年不请求的话，就等于没有用了。但是以刚才罗教授也讲过，中广的板桥这个地啊，从一审到三审啊，花了十年。我再补充一下，中广的花莲的土地啊，花了九年，而且这个是中途撤销，如果让它程序走完啊，可能不止十年了。那国有财产局啊，追《中华日报》的这个财产啊，也是花了七年，那么他也是中途了、啊，国民党就撤回上诉啊，不然的话，让他走完到三审的话呢，可能也都要九年十年了。所以这个东西啊，就说不应该有两年的限制啊，因为我假如我是在负责处理这个党产，那我用诉讼程序啊，我来拖啊，一拖了十年，我可能都卖掉了。哦，所以像这个情况啊，不当党产的这个所谓这个有生意人党产啊，这个要特别注意哈。还有，再一个重点就是政党法跟党产条例、啊、有很多重复的地方，可我们也再详细跟他比对了，可能也有矛盾的地方啊。这个里头应该有一个整合。哦，政党法因为谈到很多地方都谈党产了、啊，这个东西、啊、要再花时间了哈、啊，这个来注意它。还有一个我看不到的，就是国有财产法、啊、是这一次这个国民党啊在板桥还有花莲这个土地啊败诉的主要原因呢、啊，违背国有财产法，所以这个在法律里头看怎么把这个精神呢、啊，把它的地位来建立了、啊。因为时间到了哈、啊，就谢谢哈、啊。这个跟各位抱歉，因为人实在是多了一点哦，比我们原来设想的人有多邀请几位，所以压缩了每一位发言的时间，这个很抱歉哈、啊。那假如我们时间晚。第二轮发言的时候，我们再假如各位想要再继续发言，可以先来这边登记哈，我可以做一些调配。黄教授哈，黄教授要第二轮发言。接下来张正雄张律师来。主席、徐委员，还有各位学者专家、各位先进哈。那么今天啊，很荣幸来到这里哈、啊。那么要对于啊这几个就是党产的处理条例啊，做一个比较啊，就是啊清楚的一个说明。我仅简单的就，因为版本太多了，有11个版本了。那么累积起来，我发现有几个就是三点。第一个就是。它里面有比较特别的规定，我认为应该赞同的。第二个重点就是还没有特别规定，是不是可以加强的？第三就是附随组织的定义，是不是要做比较明确的，把它啊，就是具体下来啊，以后不会有啊，就是遗漏的地方。那么首先我看这些版本，它的特别的规定跟一般的法不一样的。那么我整理了一下，大概这几点，就是关于转，就是举证责任的转换，也就是有一个推定，哈、啊，就是推定为不当党产，它根据时间不同，不相当代价的处分或故意或过失的漏报，都把它推定为不当党产，这个是好的一个特别规定。那么第二个就是它不适用。啊，就是一般民事的这个权利人行使权利的那个期间的限制，也就是请求权的时效，啊，这个规定也是好的。再来，啊，他用行政程序法的行政处分来替代民事的判决，不服者直接就像，啊，就是像有一个台北、台中、高雄的高等法院就来起诉了，啊，这个节省了很多的时间。那么第四点就是要执行啊，就是用
就是行政啊，这个执行程序来处理，替代了民事的强制执行。那么第五点，也就是啊，在经过啊国家公布可能属于不当党产以前已经公布的，那么而且后来又经啊调查委员会认为应该返还的，那么他这个啊有就是政党或者是赋税组织，他的把他的财产加以处分的对象，他的相对人推定为恶意，啊，或可得而知，这也是很好的一个规定。那么第六，那么有一个吹哨者的这个保护或者奖励，这吹哨就是告密人，啊，也就是提供不当财产所在、他的来源啊、取得方式或处分等的这相关的资讯，因而使啊，就是那个调查啊、处理委员会啊发现漏报的不当党产，啊，这个是有奖励的，啊，再来第七个就是在调查委员会，啊，包括这个处理委员会的这个，他啊可以请就是各级机关或者是警察来协助啊调查，那么这是一个特别的规定，啊，对于啊这个党产的不当党的处理是相当有注意的。那么再来就是啊，以前这些版本很多都是在啊八年以前啊，差不多10年前以前，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就是朝小啊野大的时候的版本，应当在味道是比较淡了。那如果是要啊把这个它的规定要加强，那处理起来或许会比较啊顺利。那也就是是不是要啊注意啊，就是大家来斟酌了啊。也就是我们的啊刑事诉讼啊有追诉权的这个时效，那么在刚刚我们讲过规定的很好，就是民事的他的这个请求权已经就是不适用了，就是没有限制了。那么追诉权在特定的犯罪，在财产犯里面有许多的这一部分，是不是可以把他的追诉权就是可以把它放宽啊，可以把它延长，这是第一点。好，那只是特定的，不是全面性的。那么第二个就是境外犯罪的诉救不必要有高门槛，像现在啊报纸上啊讲的最多啊，媒体讲的最多的就是电信犯罪，在国外犯罪，那么我们在台湾啊属于我们啊就是中华民国人的台湾人的能不能处理，但是我们的啊规定，刑法的规定就是他的啊，就是犯的罪要3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的那个罪，啊，才能够加以来啊处理来办理。那么这一点，我们现在的是已经全球化啊，已经就是那么国际化。那么这些党产很多在海外的，所以这个门槛一定要把它调降。不调降的话，在海外，那如果是放开刚刚有讲的这刑事追诉权，那么也没有用了。啊，就是没有办法啊，就是追到那个人的啊刑事责任就是有问题的。那么再来第三，也就是刚刚讲到的护林会等等的，它是因国产啊私有化啊拥有重大不当财产，有待实施转型正义的类似的这个组织，那么这个是不是在我们定的时候啊不把它加进去，那么就有要遗珠之憾啊这个。啊，也不只是互联会，还有其他的这个机构哈，啊。那么第四，啊，对于就是应啊的归还啊政府的不当财产，或其变得的财物，为一些啊就是赃物罪所说的收受啦、搬运啦、寄藏啦、购买啦，啊，或者是押宝啦，这个是不是要用啊349条的赃物罪啊来加以处断？那么还有再来啊。那对于啊，我们的刚刚黄教授讲的啊，是不是应该我们的这个啊处理委员会是可以依照刑事诉讼法啊那个的规定，调查的时候可以进行搜索跟扣押，有这样的一个必要的保全的处分，这个也应该规定去举。啊，那么再来就是关于啊，就是赋税组织，还有就是啊他的。其他的是不是没有包括进去的？那我的想法是这样，
不只是规定说现由或成由政党直接间接掌控其人事财务或业务经营者，这个机构不是政党或者是附属组织不只是这样，要包括设立的时候有超过半数的基金或者是资金那么这个是由政党来就是提供的，或者是从设立开始到1980年5月1日为止的他的实施的总经费或剩余的总资产，超过半数都是由政党或者是由政党执政的时候，在1996年那个时候以前就是以前了以直接间接的方式来补助拨款或者是支息支出来支付者，都应该把它包括在内，也就刚刚讲的就是不只是附属组织，包括类似的这种拥有重大的财产，也应该把它是列为转型正义的实施的对象。谢谢。好，谢谢张律师。那接下来杨泰顺杨教授。主席，在座的各位学者先进还有我们政府的这个各机关的这个代表，刚刚前面几位先进从这个法律的层面这个对这个不当党产的处理条例这个讨论的很多。那我不是学法律的我是学政治的。那我比较想从这个政治的层面来探讨说，订立这样子的一个条例对我们国内政治生态对社会的这个和谐所造成的一些影响那我想在今天这个整个社会的氛围里面，我想大概不会有人会反对说去处理不当取得的这个党产我想要处理这个问题已经是一个共识问题是说你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处理，能够使得这个政治的冲击面能够降到最低我想这个才是我们今天所要考量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我们不要以一个报复的这种心态那么就来做一个比较好像大快人心的这种处理那结果遗留下来很多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造成我们以后政治上面的持续的这种恶斗我想这都不是我们所乐于去看到的。那前面有好几位先进也都提到这个德国的这个经验那我想先就德国的这个例子来做一个比较跟我们台湾现在的这个状况那是不是可以来适用。那么首先呢这个德国的这个执行的时间跟我们现在刚刚有先进提到说，我们如果把2016年1月16日视为我们实施这个处理不当党产的时间点的话那跟德国显然就有很大的这个差异德国刚刚也提到，德国是在1990年3月的时候就通过了这个不当党产的这种处理条例，那时候还是东德的时期大概6个月之内东西德就合并了那所以他是在这个东德政府还没有并入西德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来处理这个不当党产。那也换言之，也就是说一个威权的政权他在垮台到处理他的党产几乎是没有时间的差距。那我们的情况不太一样我们从1996年不管你承不承认这个自由之家就已经评定台湾是一个完全自由的国家了那1996年到今天2016年不管说中间的过程是因为这个朝小野大是国民党掌控立法院，使得这个议题没有办法持续或者怎么样毕竟中间已经隔了16年的这个时间然后来处理这个党产，那中间的这个复杂度就变得很多了。因为这中间就像刚刚有几位先进也提到可能是透过一些法律或者什么移转的这种方式使得很多过去非法取得不当的这个党产就把它合法化了那这个处理的这个情况就变得复杂很多，那对社会的冲击也会更严重。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注意到德国跟我们台湾现在的这个执行这个不当党产的权威这个机构也不太一样那么德国他在就算他在没有并入西德之前这个他就已经得到西德的一些协助，比如说海外资产的追讨也都透过西德在国际上面的一些外交的关系来帮这个东德的这个政府来做追讨。
等到1990年9月，这个东德并入西德以后，东德根本就没有发言权了，他完全是一个消灭的一个政权了，在别人的这个这个新的政权之下来处理这个事情呢，就更是比较可以挥洒开来了。那台湾的情况不一样啊，中华民国毕竟到现在为止，连现在我们的新当选的这个总统蔡英文主席也都讲说，他将来要支持中华民国宪法啊。那所以中华民国是一个持续的一个政权，那你在一个持续的政权，你去追讨里面一些不当的这个党产，那里面所增加的一个法治的延续性的什么这些问题啊就很有这些，像今天大家所主张的以不当党产处理条例啊来处理这些历史的这个问题，将来会不会有违宪之余啊那我想这将来可能都会有一些争执了啊。那么在合法性的基础上面呢，西德的经验呢，东德的经验跟我们现在台湾所面临状况也不一样啊，因为东德并入西德啊，所以东德就除了这刚刚讲的这个不当党产的这个条例啊，西德政府把它保留下来啊，那大部分的所有的法律的过去的这些法律的秩序全部都抛弃，接受西德的这个法治的这个秩序。那么在西德的这个法治，西德在宪法里面，在基本法时代就已经讲得很清楚，就已经对政党做了很清楚的这个规范啊，宪法里面就已经讲政党必须要公开账目的明细。然后西德的这个对政治现金的处理啦，啊，这个一向也是在我们民主政治研究上面也是有口碑的，啊，这点我还必须要提到，这个西德只有捐款给政党，不可以捐款给候选人个人，啊，所以在处理这个政党的这个财务透明、这个、不当党产的这个取得上面，啊，这个后来的这个统一的德国了，它有一个非常坚强的一个合法性的这个基础，啊，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状况呢？就有点斗病了啊！这个我们该有的法律我们都没，我们就算有了法律，我们也没有好好在执行。比如政治现金法啊，什么这个游说法啊，这个财产申报，甚至包括财产申报法啊，也常常都发现说我们在追查上面呢有很多的这个漏洞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特别为一个政党去订立一个不当党产的追讨，然后去放纵其他的政治现金。啊，可以去做一些这个财团的一些利益的输送什么，好像在我感觉上有点本末倒置了啊。那么，再一个呢，这个政党所扮演的角色也不一样啊。这个我想稍微了解这个冷战时期历史都知道啊。这个东德的共产党，它是最高苏维埃，就是苏联的政党的一个，它是透过共产国际的概念呢、啊。它只是一个附属于共产国际下面的一个组织，借由共产国际使得东德变成整个苏联的一个附庸国家，啊，所以它等于是共产国际放在这个德国控制德国的一个政党组织，然后透过一个以党领政的概念呢、啊，来完成对这个整个东欧的一个控制的这个一环。那我想这个我们不管对国民党怎么样批评了 他毕竟他。是、啊、要为了要在这个自由阵营里面生存，对不对？他尽管他实施的是戒严，尽管他是一个威权的统治，不过他也教导了我们很多民主自由的一些概念了、啊，使得我们今天民主的这种改革啊，有这种可能性了、啊，所以在政党的这个所扮演的角色上、啊、也有所差别。所以因为时间有限了，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说啊，我们应该先把政党法定出来。啊，把这个不当，就算说我们过去很多不当党产的这种历史遗留的这问题啊，我们也可以透过政党法把这个追溯期啊，把它放宽，啊，让他可以去追讨，然后规定说你这个政党的财务啊，这个财产呢、啊，你必须要透明，你必须要上网，你必须要接受全民的这个检验，啊，那如果说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再发现有其他的这种。不当的这个当场的问题的时候，再透过其他的法律途径呢、啊，来加以这个追索。谢谢。好，接下来许慧峰教授。主席好、哦，各位这个现场专家学者，大家下午好、哦，本来时间很短哦，本来想说前面的各位专家都讲的差不多，那因为我们杨涛杨主任讲完之后，忽然好像有多一些话题可以讲哦。那虽然杨主任是我们的同仁，但我还是要在这
表达要有个人不同意见啦，因为虽然今天有很多版本哈，我想民进党、时代力量，然后当然也有国民党版本，但我要特别再一次强调，上次在时代力量的这个公听提到，这国民党版本是党产政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草案。其实我们讲不当党产，当然就是针对国民党。我们不要很虚假说我们这样好像特别对，所以因为如果没有这个问题，干嘛今天要讨论这条案呢？我想一般政党监督就是一般政党的监督嘛，哈。因为如果说好像太针对性。我说实在，如果不是因为有这不当行为，为什么就要讨论这条案条例？所以我们念法律在重视法律的时效性嘛。好，所以我觉得国民党版本事实上，我上次提过，根本就是党产移转条例或清偿条例，它不是要返还条例。好，那以我们的这个提纲第二讲说，这个为什么要订立不当党产？因为我们在法律上都知道，有些是看起来表面上是合法，可它还是不正当啊。那在威权体制下，它什么都可以是合法嘛？戒严体制哪有什么不合法的？对不对？所以当然是不当党产，不能确认合不合法，合不合法就是一个脱身的方法。对，就包括国民党党版第七条，他讲到说，本条例通过两年要将股份出资转让或信托啊。那就是你如果是不当，那你就出资转让跟信托。大家知道信托事实上最后还是信托人所有的啊，他不真正说你还是信托人啊，没有解决问题啊，对不对？那甚至他这个第十条提到说这个。施行后，如果之前因为时效不能主张，施行后两年主张。如果依照法案的诉讼程序，大家知道这事实上是会拖非常久哈。好说，我是认为说这个，我是认为说这当然就是针对国民党啊，否则你就好人坏人不分，好像所有政党都有不当党产要处理的样子。那很多政党才刚新生的党啊，我想这个社会不必太伪善哈。我想真正的所谓真理应该是对就对，错就错哈，不必太和稀泥，就是说好像什么是报，什么是报复是什么。我想正义如果没有获得转型的话，那其他讲都是和稀泥的正义啊。我想这个，而且这个正义是不是太迟延了，已经拖延太久了哈。那如果最后还已经是 delay 还要再和稀泥的话，那我想政党轮替意在哪里？我想在这个公民社会里面，我想人民也会做最严格的检验的哈。我想包括未来要执政的民进党有没有？这样的决心要做这样的事情哈，我想这也是很多台湾人民所期待的哈。所以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第二点当然是要特别立法。过去有人说特别立法好像会有破坏法律体制，甚至有什么违宪的问题啊？我想这是很 ridiculous 的想法哈。在过去威权体制之下，有没有经过民主选举去做这事情？没有嘛。现在我们还经过立法公听会、立法程序，不管哪个政党得到最多选票，最后投票结果如何，这当然是个合法程序嘛。我不认为这个只要透过立法程序，我不认为有什么所谓的违宪的问题哦，除非我们的法律违反立法的法律精神嘛，对不对？那我们也都知道，法律本来就会有特别法的问题啊，特别问题。好，所以我想这个大概念上，我一直认为说，在处理不当党产，不能用传统一般的法律的诉讼思维来思考。好，我们在处理实务工作都知道，到最后它的成效会非常差。而且从我们的这个几个版本看起来，其实有人说这是要五年、十年，到底要多少来完成的事情？其实每个版本的写法不一样哈。那这个涉及到实际运作问题。那么立法上的技术问题，我不细谈。但是法律有个所谓时效性的问题，实际的效益，好，不是时效，实际效益。如果我们立了个法律没有什么效果，立这个法律就是摆着好看呐、啊，或者说我们做过好像转型正义，我想这会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先理清说这个组织的架构在。应该在哪里？国民党版本说在内政部，我想内政部他很难跨不过去做事情了，至少一定要在行政院，甚至我认为是在总统府下都是可以考虑问题，因为你要处理是个很庞大的各部的组织，这才有效果。第二是这个委员会它到底它是一个纯行政机关的行政处分行政权，还有准司法权，还有司法权。刚有前面有专家提到，它到底能不能去搜索扣押？我里面提到说不得拒，但如果它消极拒绝呢？有没有什么方法哈？如果法律给他的 power 不够强，最后这委员会运作可能会很没有力气的哈。我想这个要考虑的问题，除了他的在诉讼法上他有权利，我们要想清楚之外，当然救济的程序啦，我们知道这个假设是行政处分，他处分之后他的救济程序要多久？我们都知道这个贿选诉讼专案规定应个运于六个月审结，事实上没有这样做，所以李全教这案子，所以将来这个政党处分之后，他的时效要不要做限制？法院审理的期限要不要做限制？否则你可能就算你做了处分，我还是在民主法之际，我可以征收，我可以拖了三年、五年、十年呐、啊，这也会产生问题。另外，你就这个问题，如果行政做处分之后，一般的个别政党当事人可不可以去法院做民事诉讼？将来会有这行政处分跟民事诉讼两个冲突的问题。在诉讼上会有很多技巧去干扰这样返还的东西，这个在立法上可能都必须去思考，去思考哈。
那所以我认为说这个是在实际执行上必须考量它的实际效应的问题哦。那再来就是说这个追偿的这个还有有关时效的实体法上的规定哈。现在我们有时效规定，那我认为是，既然它是个长久历史的问题，很多当事人不可能，一般老板他没有机会去实行这个权利。虽然我们民法上的规定说时效是以可得行使才开始计算呐、啊，可是他事实上他可能他知道无能为力或不敢，所以我认为其实在这种所谓的民事时效事实上应该全部取消哈，只要你能够证明这是有关于不当当场问题，他不受时效的限制哈。除了在法院审判上这时间，他必须要个时间点，在实体法上权利应该也要这样的一个规范哈，也要这样规范。好，所以总体来讲，我觉得说这个不当当条例，我们其实谈了很多了哈，包括刚有提到这个附随组织。虽然法条规定说这个是他可以独立控制人事、财务等等，我想立法者目前草案是应该是希望赋予委员会一个可以去个案判断的情形，因为你现在如果明定30%、20%、50%的话，那他可能还有计算的问题啊。那很大公司10%、20%的财产就不得了了。好，所以我觉得倒是说，如果说只要能够证明有这样的这个不当当所去投资的任何的组织。也不一定是把它当作说不要限5%、10%，只要能证明他有财产投注，当时投也许很少，现在是很大、啊，好、哦，所以不可能在附随组上订立用这个控制，可能这个将来解释上会有问题哈、哦，除非是仿造公司吧，所以我觉得是不是他有投资一定的金额或怎么样去认定，这也是个可以考虑的方向了哈、哦，所以总体而言，我们是在这里希望说，虽然这个。我们在一方面要处理这种威权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东西，一方面我们要遵守现在民主法治，在这两个平衡之下，那我个人认为说应该还是用特别法赋予它正当性，那就有现行的司法制度的运作啊，我想最后啊，它都会拖很长久，而且举证上，那特别我要提到就是所谓的这个吹哨者条款，我看只有几个版本有提到哈。我想推导应该是非常重要，就是说你让知道讯人能够主动提出来，把他除罪化。如果我们除罪化，当然知道讯人他不会感到说我是被好像被清算被追究哈。任何当时的公务员他参与过这东西的，他只要愿意提出来，我认为不管在民事刑事应该要全部免责。好、哦，这个、目的是为国家为人民要回该得到财产，不是为了当时间底下个别的他无奈的所做的配合的行动。我想这样的话才能够促进国家社会的和谐。谢谢。好，那接下来吴英德吴教授。主席以及在位各位学者专家先进以及各位媒体记者、哦、大家好，我是文化大学吴英德、哦、那首先感谢大院的邀请、哦、来就这个不当当然这个条例的部分、哦、发表我个人一点浅见、哦、那我想在我发言之前我先就一点厘清、哦、也就是说我想引用一句名言、哦、就是在罗马时代一个名言、哦、他说就让凯撒的归凯撒、哦、那个上帝的归上帝、哦、那当然这个跟宗教没有绝对的关系、哦、但是因为我个人的背景呢是法律背景、哦、所以我并不想要掺着太多的这个政治的意识、哦、或者是政治的情节在里面、哦、再加上台湾呢我们已经步入了法治国家、哦、步入了法治国家，而且也历经了两次的政党轮替、哦、换言之呢国民党虽然执政了非常久的一段时间，但民进党眼看着也要执政一段很长的时间、哦、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讨论这个议题上面呢，是不是可以尽可能在法治的规范面上面、哦、那么来做一个讨论、哦、那或许我的所学、哦、还太浅、哦、可能会在法治面的部分呢会有一点疏漏、哦、但是我仅就提纲的部分、哦、提出我个人一点小小的看法、哦、第一个关于提纲的第一个部分、哦、在清查处理党产不当党产的必要性、哦、那么还有不当党产的定义、哦、用语是否妥适、哦，我想在每一个版本里面呢，针对这个不当党产呢，它其实都有提出一定的定义啦、哦、其实我觉得这个定义的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哦、是非常重要的、哦、这个
内政部的政策，这个陈政治其实也提过，就是说你这个不当党产，这个不当两个字，你到底要怎么去定义它？好，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哦，你不能说只要你没办法举证的，我就认定它就是不当的哦。这个我或许这个比喻不是很恰当哦，我举个例子哈，譬如说我现在口袋里面有100块哦，那我摸出来，我说这几把扣不知道哪里来哦，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那你就说这个你肯定是偷来的。这个可能这个类比或许不是很恰当哦，但是我是觉得说，在当与不当哦，适当与不当之间哦，是不是应该要做一个明确的划分跟定义？好，那么第二个呢，我还是始终支持说，这个不管是不是不当党产处理条例哦，我的见解可能跟前面的人不太一样哦，也就是说，我觉得。不要针对特定的政党哦，不要针对特定的政党，好，因为国内的政党目前能够执政的呢，大概也只有国民党跟民进党哦。但是民进党敢说他自己就完全的干净吗？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需要思考，就是说也不要针对特定的政党。如果在座各位先进以及大院都认为说，立这个法有这个必要性，因为政党不可以有党产，政党不可以经营事业，政党不应该去榨取钱财，或者政党不应该做什么事情，那应该是全中华民国所有的政党都应该一体适用，都应该一体适用嘛、哦、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规范之下、哦、应该不要太针对特定的某一个政党了、哦、那第二个呢，关于提纲的部分呢，党产的争议要不要经过司法途径来解决，或者特别立法？刚才很多先进、哦、都提到西德跟东德的例子、哦、但是我觉得他西德跟东德的例子跟台湾现阶段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呢，这个东德的状态呢，是他是一个彻底瓦解的一个政权、哦、彻底瓦解的政权，所以他所有的财产跟他的政府组织都已经没有了、哦、所以剩下的这个国家组织、哦、来做相关的清查或者是清算或者甚至处理的动作、哦、可能都不会引起太大的争议、哦，但是现阶段的国民党呢，虽然是在国会呢是少数党、哦、那么在总统的选举也已经惨败、哦、但是呢，国民党还是实质存在在台湾现在的环境当中、哦、所以我觉得在处理上面、哦、或许跟西德跟东德的例子不能够完全画上等号，不能够完全画上等号。那再者呢，是提纲的第三个部分、哦、就是关于清查政党的范围的部分，例如。其他的法人组织、哦、比如说妇联会啊、救国团、救总或者电信邮政协会、哦、当然刚才罗承宗罗教授也有提到、哦、因为像电信或邮政协会不是这个部分、哦、所以应该把它拿掉、哦、这个地方可能疏漏把它放进去、哦、但是你说其他赋税组织算是妇联会或者是救国团、哦、但是虽然在民众的或者是大家的认定里面都认为说他是跟国民党有关的、哦、但是因为他在早在人事财务跟业务上面已经取得实质上面的独立、哦、如果今天真的要处理、哦、可能也会在法律上面发生争议、哦、也会在法律上面发生争议、哦、但是我觉得这还是要回归到刚才所有先进所提到关于我们这个党产材料要把它设置在什么样的地位、哦、我还利用最后一点时间我赶快把提纲比较重要部分就是说关于要不要设置特别委员会这个部分、哦、其实我觉得应该要去参照一下四至585号的这个解释的意志、哦、也就是319真相调查委员会的部分、哦、其实四至585号的这个部分、哦、他大法官在这个里面已经提得很清楚、哦、他说立法院呢你可以行使的调查权呢仅止于辅助立法院行使他宪法所赋予的立法权限而已，所以跟追溯犯罪的侦查权跟司法的审判权呢是不一样的。所以基于权力的分立跟制衡呢，立法院不可以自己立法授权自己所属的委员去行使侦查或审判权啊、哦。那当然，各个版本里面呢也有提到是把这个独立机关放在行政院下面的、哦、放在行政院下面的、哦、那么，但是如果你放在行政院下面呢，它也不能够逾越行政权的权限嘛、哦、换言之，也就是你不可以侵犯其他机关在宪法或者法律上面独立而且核心的权限、哦、那么，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把它放在行政院跟放在立法院下面，可能都会有违宪之余啊、哦。那么，可能比较好的做法呢，如果根据四至五八五号的解释哦，监察院是我国最高的监察机关哦，所以是不是可以考虑呢？
把它放在监察院下面哦，让监察院来行使相关的调查权。而这个权限呢，是本来就已经是宪法所赋予监察院的了哦。所以这个是我针对这个提纲的第五项哦，要不要设置特别委员会的部分哦，我所提出来的一点浅见啊。那最后有关于提纲的这个其他建议哦，我在一开始的前言的部分我已经提了哦。就说虽然国民党哦这次真的是输得非常惨哦，而且在立法院也已经是只剩下30多席的立委了哦，其实他连发动释宪的权利都没有哦。但是纵使是这样子哦，纵使是这样，我还是认为说我们所有的法律的规范哦，还是应该要适用所有的政党哦，不要针对特定的政党为之哦。纵使你觉得他终止拥有很多很多的党产好了哦。但是我也觉得不应该太针对性哦。如果今天真要立一个特别法，那就所有的政党都应该全面清查哦。以上，谢谢。好，接下来这个国策研究基金会内政法务组的李顺成哦，李研究员。主席，各位先进在场的各位这个行政官员的同仁，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这边谈。我个人谈一下基本的浅见。其实我要说明就是我们国家政策基金会，那我算是特约研究员，所以并不是编制内的人员所以这边讲的是完全并不代表国家政策基金会的意见啊，是我个人的研究的一些想法，过来跟大家讨论。那么所以今天在谈的第一个就很简单，我们来谈所谓不当党产。它其实不当党产或是威权体或是威权这种想法，这种区分是否真的现在还适用呢？我们一直也在这个怀疑，因为像著名的那个学者法兰西斯福山，也就是他提出所谓的民主这个历史终结论这个学者，他最近都已经修正他的见解，也就是说他并不认为说民主就一定是预设的一个东西了他就会变成说你已经说一定要有民主才是算是优质的国家。那现在是他会调过来说，要有优质的国家能力，你才有办法逐步实现民主。而且他也论证了很多，西方民主，所以现在西方的民主国家在成立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时候是并不民主的就是并不民主的。你比如在我留学的法国，我在巴黎大念书，在我留学法国拿破仑怎么定义他？拿破仑绝对是威权所谓的独裁，但是他统治下法国是进步非常大的一个地。非常大的阶段。那他的侄子拿破仑三世也完成了工业化在法国，让法国在全球的殖民上呢有一席之地。那么他后来当这两个叔侄后来都战败之后一个放逐，一个就恢复平民身份了。但是他们两个创立的功绩，今天法国人都很难去说 一句话就否定他是威权或是说是独裁。相反，大家都知道拿破仑在现在在法国还是英雄。那么我们很多法国街道还有拿破仑为名的街道命名。那么这个要不要把它删掉呢？就说他跑还是要不要删掉？包括戴高乐将军的名字也还有在很多的法国街道都还看得到。那么他也算是如果算是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也是威权了。为什么？因为法国发动了公民投票，他一个人就发动了4次。就是8次里头，他一个人发动了4次每一次都是大胜，除了最后一次的失败之外，这个要怎么说？所以说预设一个威权或是不当的立场来这个条例的名字，我个人是觉得是有疑问的。因此，我比较赞成说一个，就刚刚我们的吴老师也说了，就是这个相关法律其实是要一体适用的既然是一体适用，那么就会比较公平。那如果说真的要立特别法的话，他应该有更强大的正当化的理由来说。那么比如说如果说这个不能，刚刚讲的是不当党产的定义，那么也比如说我们可以思考说，比如说这个国民党非法带来台湾的黄金，这个到底要怎么算我特别去请教过我们的召集人的黄德福老师他也说这个是非法带来的嘛因为这是完全是非法，但是这个非法带来的黄金，大家也知道他的贡献是有目共睹不管是我们主观上讨厌或不讨厌，喜欢或不接受，那他是稳定了后来这个台湾的金融为新台币发行
奠定的基础，那这些都很难说。那故宫的财务呢，要怎么算？在这部在相关的法律里面，并没有把它讨论进去。我认为说，相关法律应该要说明这点，要一并说明。如果说要把这些东西排除的话，那它也要有更进一步的说明，因为更进一步的说明，才能够也解答财产疑虑。因为有关于这个所谓的有争议的财产或是不当的财产，那除了说反对国民党的人很希望知道它的下落之外，我想占支持很多国民党的人也会很希望知道它的下落的，因为这毕竟是一个长久的历史问题，而且它也是涉及金额也是相当庞大。那第二点，我们就来谈说不同的这个政权。刚刚其实很多老师都有讲到德国适不适用。那我要是再举说法国例子，第三、第四、第五共和都是不同的。它是不同的宪政体制，但是它的国家统一性并没有变更，也并没有就否定掉上面的体制。那么这跟德国很不一样，德国我们刚刚说东德，它垮台之前，它就有做一些准备，因为它知道它要被垮台，所以它所做的一些动作都是要被接收的，都要被接收的。所以说它有一些可以借鉴，有一些倒不完全是那么全面。那么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西班牙，西班牙例子也是最近很多人提的。那么可是如果说你要去否认掉弗朗哥的政权的话，那个弗朗哥政权的话，但实际上因为父亲的那个西班牙国王呢是法国国王的后裔是路易王朝这波旁王朝的后裔。现在西班牙宪法第57条规定很清楚，由波旁王朝家的人担任西班牙国王，这个宪法是弗朗哥定的。你如果去否定了弗朗哥的政权，那么你连带就否定掉那个目前的 Juan Carlos 他的西班牙国王的正当性。所以这一点他们现在在谈，有时候有他们2007年那个历史记忆法通过之后，其实争议是非常大的。当一争议出来之后，有人晚上就把弗朗哥的雕像泼油漆把它拆掉，那结果第二天呢，有关于那个共和军因为弗朗哥是叛军嘛，那个共和国军队的共和国内战时期的另外一个党派的雕像也被泼漆，也被摧毁。所以这种2007年激烈的这种法律通过，并无助于整个西班牙的和谐，反而到对立的激化。那不久之后呢，通过2007年，通过2007年的这个法律的总理扎巴特后扎巴特罗也是因为2011年就提前改选而下台了。那所以那第三，我们讲说实施法治国原则，我们讲我们都很赞成实施法治国原则，要符合法治国原则，或者说符合实施的公平。那么这实施的话，就应该说，你争端当事人不能够作为仲裁，不能够作为仲裁者。那么或者是说法那个权力互相制衡，那么立法、行政、司法或者法律通过的法律要受到违宪审查，这就是实施法治国的原则。那争端当事人不能够作为仲裁者，现在麻烦就在这里了。我们相关的条文都会说要清查，我觉得这清查应该是有必要的。但是你怎么会清查法？如果说现在是放在行政院之下，那行政院当然是由民进党他以后来领导。那么由民进党来领导下行政院，他本身就是个争端当事人。那你如何去说服大家说这样的情况？诚然有同仁会认为，有行政院的力量才能够真的去支持。可是我倒是另外一个想法是，你如果放在监察院下呢？因为其实黄雄委员在过去曾经有做过相当深入的调查，像也社会上也相当肯定他的做法。那如果说这个特别小组你放在监察院，会不会更能够符合体制，也更能够合宪？现在关键在于说监察委员你怎么去配置他的行政人，去配置他的人员。那最后我谈到简单介绍一下法国的它有一个委员会叫政治生活财务透明委员会。那这个委员会很有意思啊，这个委员会是专门这个负责这个处理有关法国国会议员选举，还有地方县市议员、地方首长，还有政府各个内政部会这个说首长的财产申报，还有他们的他们竞选之后的竞选经费的补助的一个委员会。这委员会这委员会是跟总理平级的，他的委员会设置很有意思，他有总有9名，3名是法定成员，一个是最高法院院长，一个是最高行政法院院长，第三位是审计法院院长。那么另外六名成员是最高法院的两名法官最高行政法院的2名法官，还有审计院的2名法官。而这些法官的选出都是由最高法院，比如说最高法院他的全体委员来选出两名最高法院的成员。然后那么
最高行政法院就也是全体委员来选出啊，选出两位成员。那审计院也是一样，也就是说，一刚开始这九名成员的选举跟任命是完全是独立的，它完全不在于各这种行政院啊什么都在政府之下啊，它就是一个独立的东西来换取全民的信任。我认为说这么一个这个成员的这个特别委员会的成员非常值得介绍，在今天纷扰的政治生活里头，我们希望说有一个更中立的、好符合实施法治国原则的委员会来负责调查，我想会各方都能够招公信。好，谢谢。好，接下来这个陈纯斌陈教授。主席啊，各位学术先进，还有各位长官，大家午安。因为时间有限了、我就简短的做一个报告了。基本上我跟杨主任的这个背景比较类似啊，因为我们都是学政治的啊，所以大概在具体的法条上啊，也许比较不能有所贡献了啊。不过我想大概从一些比较政治的层面呢、来谈一点我个人的浅见，也许不太成熟，还就教于各位委员还有先进啊。我想我非常同意刚刚杨老师所提的，就是说目前大概外界对于所谓的不当党产的处理啊，大概应该不会有太多意见啊。那么现在大家比较多的一个疑虑跟争议的地方是在于所谓的一个所谓的不当党产的处理条例啊，基本上所谓的当与不当本身很难做一个比较明确的规定啊，这是第一个一般人比较质疑的。第二个就是说，到底有哪一群人或者机关组织有资格去认定这个所谓的不当啊？那目前呢，看起来在11个版本里面呢、那么在绿营的方面所提出来的这个不当党产的草案里面呢，显然呢，它是完全是针对国民党的党产来做一个规范啊。同时呢，也推定国民党呢，除了这个所谓的党费啦、竞选经费的捐赠啦、竞选的费用的补助金啊，还有他所有的资息以外呢，均被认为是所谓的不当的党产。那么基本上呢，这个让人家早已经有一种哇未审先判的这样的一个疑虑。那么事实上呢，在法律的用语上呢，不当党产呢，基本上已经具有相当大的价值判断跟争议性的文字。那么因此呢，个人认为奠定所谓的不当党产处理条例的，就名称上呢，即具有高度的争议性。那么因此呢，诚如刚刚这个杨主任所提的，那我个人认为这个法案还不如干脆叫做国民党不当党产处理条例也可以，事实上也太伪善了，的确是太伪善了。那第二个呢，在党产争议的是否应经过司法途径或者特别立法，那事实上刚刚这个杨先生也提了事实上呢，现在政党法好不容易朝野双方对政党法的这个立法已经有一个共识，那事实上呢，在政党法里面本身呢我个人也祈求能够尽量的让它通过。那事实上在政党法里面本身就有对政党的财产这个财务的处理做了一些规范。那所以呢，第一个我的建议就是说，既然呢政党的财产是属于政党法法制的一个环节，就基本上应该可以纳入政党法一体来规范就可以了。否则呢，许多的刚刚杨老师也提的很多的这个选罢法里面呢，什么政治现金呢，什么捐赠法里面呢，其实有很多的法案根本呢可能有彼此会有一些冲突跟撼折的地方啊，所以我倒建议还不如也许在政党法里面可以规范。那么如果朝野双方对于这个所谓的确实有奠定特别法的规范呢，没有办法来解决政党的财务问题的时候呢，那么事实上也应该将所有的政党纳入规范，而不应该只针对特定政党的个别财产为之。那事实上呢，如果针对特别政党，我们认为这个不是清算，否则什么叫清算呢？所以呢，如果有不当党产等情势应该要解决呢，我认为不应该沦为政党之间进行所谓的选举操作或形成日后政党恶性循环的一种开端，会让人家难以心服于所谓的转型正义的真正的企图何在，是否有借此议题进行选举操作或者针对某政党的政治消费等余力。那么法律太过于针对性呢，总是让人家一种政治清算的感觉跟遗憾。所以呢，这个是我第二个浅见。那第三个浅见呢，就是
关于这个特别委员会的设置的问题啊，那么看起来在很多目前的版本里面呢，有关不但党产处理条例的立法当中呢，基本上几乎都是在行政院下准备设立一个政党财产调查及处理委员会。那么这个委员会基本上第一个已经有人老师也提到了啊，第一个它本身它的独立性如何？第一个，第二个它的中立性如何？那么基本上这个委员会呢，如果依照相关的版本的法律的规定呢，透过调查、强制处分等方式呢来处理所谓的国民党党产，那么这样的一个举动呢，似乎让人家觉得有违反权力分立的原则。那么所可能会产生的后续的效应呢，也许会掀起政党之间的违宪的诉讼跟争议。刚刚也许有老师有提到了，只要透过立法的途径呢，没有所谓的不法的问题。问题是立法也许会违反宪法宪政的规范的问题。那么将来也许会产生这种所谓的政党之间彼此这个所谓的宪法诉讼跟宪法解决问题。那这个可能呢，我是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在制定这个法条的时候呢应该是要考虑到了。所以我一直觉得如何协商出彼此能够也许不一定满意但是可以接受的立法方案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倒觉得当然也有一些委员主张该委员会应该设在立法院以下那么其实能够符合宪法权力分立的原则，以及的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585号的解释。那基本上呢，我认为在说处理所谓党产问题呢，基本上我不反对由国家公权力来介入党产的调查跟处理，但是这种权限呢，必须要在合宪的情况之下，由现有的国家机关来处理也就可以了。所以呢，基本上呢，我的看法就是说。事实上在现有的这个监察院底下呢就已经有相关的一个调查权跟法制的一个规范了。那么以往呢也有相关的党产问题的调查的经验。所以呢付给这个监察院也不是一个可行的一个办法。那么因此呢个人呢对于这个党产的处理的问题呢我还是觉得大概外界没有反对的声音啦，但是基本上对于这个法条的名称还有未来谁有资格去认定所谓的当与不当那么另外呢由一个行政机关由一个行政首长来任命的这些人的中立性独立性以及未来他能够随意的处分所谓的不当党产是不是会引起未来朝野之间更大的冲突可能是各位先进在未来落实这样一个法条的时候所必须要考虑的一个政治的成本那以下是个人的一个人浅见还就叫各位先进谢谢好谢谢接下来是叶庆元叶教授是主席各位委员然后各位行政部门的同仁还有各位学者专家然后大家午安大家好。那么今天其实也很荣幸来立法院讨论这个不当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草案。那么其实这个案子我之前也蒙法制局立法院法制局也有邀请去做内部的讨论。好那我看到今天提纲跟那天法制局其实已经稍微略有不同了。我想大概可能是以前的一些想法已经获得立法院内部的接受。好不过我想可能还是有些事情因为其实各个党的草案其实原则上是不变的。好所以我想一些前提的事情还是必须要先说清楚。好就是其实基本上立法我想在我们要立这个法的时候其实要先想清楚说到底立法的目的是什么。那我们立法的界限在哪里？好，那基本上立法权跟行政权，它本质上还有司法权本质的差异是在于说，立法权是针对一般抽象事项去予以规范，行政机关去针对特定具体事项去予以执行。好，那么如果立法权呢舍弃了一般抽象这样去做规范的性质，而直接去针对特定具体的个案去立法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沦为个案式的立法，然后基本上有非常高的违宪疑虑。好，那么基本上呢，今天我们看到民党党团的这个所谓的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其实坦白说，我们看起来就有点担心，它到底是所谓的促进转型正义呢，还是其实是要铲除异己条例？好，我想这个其实让人家有非常高的违宪疑虑那么它其实基本上就是针对一个特定政党来立法。
好，那其实我们在谈所谓的转型正义，是一个国家从威权过渡到民主体制的过程当中，针对之前威权政权也好，相关的组织也好，去做的相关的动作。基本上来讲，会有几个比较重要的议题，比如说在威权时期受到不当的处分，财产被侵占、被判刑，他相关的平反、他的赔偿、名誉的回复，甚至相关的这个行为人的追诉。好，那其实这个事情有没有做？其实早在1995年开始，我们中华民国政府当时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就已经针对228事变的受难者家属也好，针对这个白色恐怖的受难者及其家属也好，早就开始进行了相关的道歉、好赔偿、补偿、好平反相关的动作。其实好像漏了一块是什么？好，当时好像没有对相关的加害者去予以追诉。好，那么时间过了20年以后，那么我们现在坦白说，当时的一些加害者，现在到底是几岁的老人家，或者是不是还在世？如果我们要继续朝这个方向，这样到底是所谓的和解是正义，还是其实是斗争是不义？好，其实是可以去仔细思考的。好，那我们其实另外要再看看的是什么呢？当我们在讨论所谓的清查不当党产，当我们以德国做先例去来学习仿效的时候，我们必须提醒自己一件事，就是你要学人家的案子的时候，必须要把别人的法治跟我们不同的地方弄清楚。东德在西德两德统一的时候，其实基本上东德是被基本上是拆成五个邦加入西德，东德共产党被认为是一个不当的存在的政党。相对于东德的共产党，中国国民党或者是国民党，不管你怎么称呼它都好，它基本上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合法有效的一个政党的一个法人。好，针对一个中华民国有效存在的社团，它的基本上，他对他的党员享有的是中华民国宪法所保障的集会结社权。他的这个社团法人，基于中华民国宪法第15条，享有财产权，去立法予以限制、剥夺，有没有违反宪法第23条的规定而造成违宪的限制，其实是非常值得探讨的。好，如果出于报复、出于清算的立场去立法，固然很爽，但是实际上这样会不会反而造成中华民国政党政治上面的一个倒退，其实是值得去深思的。我想民众也会有公平。好，那我们其实进一步要去看说，好，那么到底我们应该走司法途径还是特别立法？或许大家会说，你是不是要帮国民党去特别护航？可是大家不要忘，2000年到2008年，民进党其实已经执政过，在民进党首次执政的时候，早就针对有问题的党产进行了一系列的追溯。好，实际上有问题的、疑似强取豪夺的、强占民产的、早在强占国产的，早在那8年的时间内，诉讼早已确定，已经该还给国家都还给国家。在诉讼已经确定认为有问题的党产都返还之后，现在在特别立法把诉讼打不赢的，也要用立法的方式说这通通都是不当党产，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态？是表示法院打不赢没关系，我来改规则吗？是这样吗？我想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法治国家应该要做的事情。好，那么再来，我们要如果要定这个所谓的不当党产条例，如果真的要去查，应该要针对谁？是应该针对国民党吗？当然不是啊。如果要查所有的，要查党产，应该要把所有的政党都要拿下来查。那么顺便到第5条，我们要查的范围是什么？如果要查政党的党产跟他附属组织的话，国民党的有一些早就是有国民党的，如果要把妇联会什么都算是附属组织的话，那么其实我想小英文教基金会，好，超越文教基金会，民进党所有政治人物所设立的基金会也通通都应该纳入范围。为什么？在今天我们在讨论里面谈的是什么？执政党有没有可能利用他的执政地位去做内线交易？一个政治人物有没有可能利用他的执政地位去做利益交换？一个执政党有没有可能因为要去 promote 生技产业，推动了相关的法案，要促进相关的补助，然后同一个时间拿到生技产业大量的现金，甚至家人还持有那个股票？这个事情要不要查？不要只是把针对着别人，自己想想看，民进党有没有类似的问题？要查，通通一起查。好，不是只在算过去的旧账。我必须要特别提醒立法院的是，现在其实民进党已经即将成为国内的执政党，国民党只是一个在野党。
执政党利用他的多数去立法清算在野党，唯一最大的在野党，这就是走向威权的开始。民进党其实很多民主先进是我们非常敬佩的对象，在国民党威权的时代，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大胆的去对抗威权，但是已经有朝一日终于立法行政一把抓的时候，第一件做的事情不是拼经济，不是对外伸张渔权，反而是 用尽全力来清算自己的同胞，这要建立的是什么样的典范啊？我觉得其实是非常令人遗憾的。所以最后讲回来，其实台湾有没有所谓转型正义的问题？台湾早在20年前就从威权国家已经过渡到逐步过渡到民主国家。我们国会全面改选，总统全面直接民选，早在从1995年开始就不断的针对转型正义去订定了相关的办法，并且执行党产的清算，早在2000年到2008年已经清算完毕了。在现在这个时候，冷饭热炒，或者冷饭乱炒，旧事重提哦，只是让人会更担心，这个是不是从一个终于台湾走向民主政治的时候，执政党要利用他的一党独大，来创造另外一个威权体制的开始？谢谢。好，不过你跑错场了，我们这一场是不当党产处理条例的公听会，不是促转的公听会，你那一场是下个礼拜。嗯，好，接下来是廖益民，廖院长，哎，抱歉。主席，在座各位先进，各位长官，大家午安。我个人很荣幸呢，能够有这个机会，受贵院的这个大院的邀请啊，那今天在这个地方，就我们政党不当党产的这个处理这个条例呢，发表一点我个人的意见啊。那我们国家已经是一个民主、自由、法治的宪政国家，无论这个概念大家的意见如何，我个人是认为我们国家已经是一个民主宪政国家。那在一个民主宪政国家里面呢，我们的最高立法机关根据宪法所明文授予的权利呢，针对透过多数决来对国家的重大决策、重大公事事务来进行决策，来对国家的任何团体或者个人进行规范啊，他的多数决的意志都应该予以尊重，那么他的决议呢，也应该都予以遵守。这是我个人觉得，这是应该要了解的一个前提。那么，但是在我国是一个宪法的国家之下呢，立法院的多数决却并不是能够在毫无约束的情况之下，可以制定任何法律来约束任何团体或个人啊。那么宪法对于立法院的多数决的约束，到底约束在哪里呢？大概一般我们的宪法学者都知道，大概就定之于我们的第二章人民权利义务的规范当中。在这个章里面呢，有一个最简单也是最重要的精神，就是人民受到宪法所明文保障的各种权利啊，除非是为了防止妨碍他人自由，避免紧急危难，维持社会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这些理由呢，否则立法院不可以透过多数决来制定法律及限制人民的权利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宪法第二章有关于人民权利义务的这样的保障的规范呢，我个人认为在近年来我们听到很多的政治人物在谈到两岸政治上的主权问题的时候，会有所谓的宪法共识或宪政共识。我个人认为这个宪法第二章对人民的权利义务之保障，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这个国家实质有内涵，并且对于民众的日常生活有相当的这个重要性的一个宪法共识。那么基于这个宪法共识呢，个人认为个人认为任何的政党、任何的社团、任何的人民，如果他的行为确实有妨害他人的自由，确实有造成国家或社会的紧急危难，确实有破坏社会秩序或减损公共利益的情况的时候，那么我个人是赞成立法院透过多数决来制定相关的法律，限制这样的政党、社团或人民的自由，包括对他们所不当取得的财产的处分的自由。但是相反的，立法院如果并不是在上述的这个宪法共识的基础之下，而是针对某特定的政党、组织或个人来剥夺他的权利，限制他的自由，只是因为
多数立法委员本身的政治偏好的话，而不是基于宪法上面的正当理由的话，那么他的决议呢，在宪法上就是违宪的。那么在政治上呢，也可能也是产生未来所谓市民不服从的正当理由。那根据上述我个人的意见呢，我认为这个在政党不当党产的处理条例的立法原意上面，应该符合下列的三项原则。第一个，所谓的政党应该对政党的界定呢，应该符合宪法上的平等原则，那就是应该指的国内全体依法成立的政党。如果立法上有明文或隐含的这种条件，是针对某个特定的政党或是某些若干特定的政党或组织的话，都是违反宪法平等原则的。第二个，所谓不当党产的界定，所谓的不当党产呢，也应该是界定为政党确实以违法或不当的手段，透过侵犯他人的财产、破坏国家或社会的公共利益的方法所取得的财产，才叫做不当党产。第三个，针对不当党产的处理，这边所说的处理呢，也应该确实与防止妨碍他人自由、避免紧急危难、维持社会秩序或真正公共利益有明确而适当的因果关系，并且符合他的比例原则。那么我个人认为，任何政党或立法委员所提出的政党不当条例条不当党产处罚条例的这个草案的版本呢，如果有明显的违反上述的三大原则的话，那么不论是现在在立法阶段或是未来在适用阶段，都很有可能被我个人所相当崇敬的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呢宣告违宪啊。那么至于这些草案版本的内容是不是符合合宪的原则，我个人认为应该由立法委员在议事殿堂上面透过严谨的说理与举证与论述，也就是说要举证要论述说，用这样的方法，比方说由行政院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对某个政党或某些政党来做所谓的不当党产的条例，这样的方法是不是符合比例原则，是不是因果是相当的，是不是能够防止妨碍他人自由、避免紧急危难、维持社会秩序或真公利，应该由立法委员要负所谓论述上的、论证上的举证责任，这样子呢才能够避免立法者因为多数所可能产生的多数偏见，而造成的违反宪法原理的以及宪政共识的法律。那以上是我个人对于不当党产处置条例的一点意见，谢谢各位。好，谢谢廖教授。那我们第一轮这个我们的学者专家已经发言完毕，那接下来我是不是先请行政部门是不是要做一些回应？哎，至少部长那个次长，你马上起来讲一下。听大家意见啦，啊，还有我几个部分啦，财政部跟法务部嘛，啊，这个等一下做一个回应好不好？来，好，主席啊，还有各位专家学者、各位同仁，大家午安，大家好，关于这个所谓不当党产处理条例的这个草案啊，在上一次政党法询答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内政部的立场啊或者是透过政党法的行政院的版本，或者是那天询答委员的意见啊，我们及时啊答复的这个内容啊，我想这些相关的内容在行政院的在立法院的公报里面都可以查得到哈，所以啊，我想我就不用太多的重复。不过今天啊，非常的高兴能够听到各位专家学者啊不同的意见啊，大致上哈啊，我个人是感到非常的这个敬佩哈，因为我发现就有蛮多的这个学者啊，准备了十几年，今天刚好有机会啊，能够在这边呢 啊，让我们了解说，我个人我是没有这种热忱的哈，没有办法是说十几年来都为了这个事情哦，一而再、再而三、锲而不舍，我个人是做不到，所以我内心是非常的这个敬佩。不过今天所提出来几个跟我们基本的立场有关的，我还是简单的跟各位说明一下也就是黄世新教授所提的说，他的目的是在正义的重建以及将来机会的均等，这个确实是跟我们的这个理想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政党法的时候我们也是基于这样的这个原则希望政党都能够公布他的财产，而且政党不可以
经营事业，不可以经营产业，不可以做投资啊等等啊。那啊，我个人呢、啊、哈，也是觉得是说，在过去几十年啊，我们国家的这个民主政治的发展呢、啊，老天爷也是公平的啊，有很多党产的啊政党现在是啊小党啊，没有党产的政党现在变成是大党啊，所以这个机会。确实是非常的均等啊！你到底是拥有党产是比较好呢，还是没有党产比较好呢？现在没有党产可以变成把他的这个党产变成他的提款机啊！所以啊，在这个部分啊，确实是刚刚啊有很多的专家学者啊所提出来，就是我们部长啊在立法院所做的这个询答的时候答复说，第一个要确定的是什么叫不当啊？这个刚刚也有啊这个委员有提出来，其实这个是我们陈威仁陈部长啊在啊立法院的时候，他回应啊立法委员的询答的时候说，第一个要。啊，说这个实际是需要厘清哈，这是第一点啊，跟各位的回应。那第二点呢、啊，跟各位的回应就是说啊，我们这个不当党产的条例，或者是叫做党产的条例啊，这个跟政党法的关系啊是怎么样？我们其实非常清楚的有跟社会大众、跟立法院来报告，就是说我们希望说政党法它其实是规范政党的运作，它的组成、它的解散、它啊的这个将来运作啊，这个不可以投资。啊，等等的这个部分呢、啊，啊，是属于政党法的这个范畴。那至于说他过去的财产啊的这个处理，我们一再的跟啊立法院报告说，我们啊认为是应该啊，如果要处理的话，是要另外啊一个专法啊，这个啊我们也一再有在立法院有做相同的这个啊表示，我们到现在为止啊，也认为是应该要这样。那至于说里面啊的这个内容，实质上的内容啊。我们其实是没有特定的做法，因为从这个上次民进党执政，我记得是游锡堃院长的时候啊。开始对于国民党的这些党产啊，刚刚也有委员提到哈，所谓的这个是强占的，或者是法律程序不符合的哈，然后变成是国民党的，或者是从乡镇市公所等等用这种方式哦，那个时候开始啊，就透过不同的这个方式啊来。处理这些党产，有的是用协商的方式啊，按照这个国有财产署以及这个各部会，包括财政部的这个资料显示啊，其实啊有相当多的这个财产呢、啊、是透过协商的方式啊已经归还给国家。那另外有的是透过诉讼的方式啊，也是有成功的案例哈。刚刚也有人有提到，那我们啊内政部比较偏向于说这。这样的这个党产的这个处理啊，有一点点像说要特赦前总统的贪污罪一样，这个有一点点是政治上的问题，比较不是说你强烈的一定变成就是要有一个是用法律来这个来把它规范的。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性质的话，其实协商。或者是透过政党的协商也好，或其他的方式的这个协商等等这些我们是认为是说应该也是可以来考量，而且过去的这个经验实际上的案例也有相当好的这个成果的这个表现。我想这个是这几点是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是比较确定的。那至于刚刚各位专家学者所提的这些凭良心讲，我们对这样的这个问题啊，以及包括最近内政委员会蛮多的，刚刚有说这个这个是不是这个转型正义的事情那个政党法、公投法等等这些相当多的这个意见其实都是互相会有关联哈。那其实我们对于这个不当党产的这个条例我们是希望说。政党法是应该内政部来主管，那这个如果有一个专法的这个党产处理的条例的话，我们是希望说不应该放在内政部那这些也是很多的这个委员有做相同的这个表示。那今天是有一点点尴尬，因为在座大概只有我一个政务官那昨天也已经有人自己跟媒体去证实说他要来当内政部的政务次长，所以既然政务次长人选已经出来了，所以我们觉得说应该这些意见还是留给新的这个政府来表达会比较合适。那我现在是邀请我们的这些在座的常务
这个政府的常务官啊，来这个是不是看你们有什么意见，为了使你们将来的这个公职生涯能够比较顺利啊，是不是能够在这个时候也表达一下你们的意见？我想主席，我要简单的就跟各位表达这样的这个意见，谢谢。我咧做会议主席呢，你若变做讲你要邀请上来，要邀请，不要像是我邀请呢，哎，你爱尊重国会呢，哎，你就是无，你就是无因的热忱，你唔知妇联会今仔要开个联叫都无叫袂来，财产啊，财产财报到现在都拿不到啊，对不对？你免叫下卡啦，你吼，你叫妇联会财产跟来申报啦，嗯，好，那个开玩笑啦哈。这个公听会是因为跟陈次长很熟、哦、所以常常在亏他、哎。那个财政部好不好？来，做一些回应。哎、主席，在座的先进大家好，国参署这边说明一下啊，有关于这个清查。国民党党产的这个还有处理的部分、啊、因为多次在大院这边我们也有很多报告，那这个部分我就不说明哈。那针对今天有两位提到就是有关于网站公布这个国民党党产的事情这个部分哈，那我说明一下哈。其实过去行政院应该是在九十六年间或九十五年间的时候，研考会这边哈，现在就是国发会的部分哦，它有一个立了一个专属网站，那就是针对有关党产方面，那党产当然包括它所谓的人事啊等等财产的部分，那有一个专属网站，那有关于不动产的这个部分呢，国参署有一个超连结。在网站上有一个超连结到这个专属网站，这个过去可能在座刚刚有各位有提到有看过相关的一些不动产清册。那在民国九十七年间的时候呢，我们大院这边在审查国参署相关预算的时候就有决议哦，他说如果呢网站上公布的这些党产的资料不下架的话，就要去把我们的资讯服务费要冻结一定的一个比例，好，所以这个部分后来我们才发现，因为有这样的决议，我们必须要遵循。后来我们发现，行政院的专属网站事实上也下架了，也下架了，所以这个超连结我们就拿掉。好，所以因此这个有关于这个党产相关资讯的部分呢，会下架是依循大院的这个决议。好，所以这个部分我想就做这样的说明。好，报告完毕。我请教一下哈，当然你们内部还是有一定程序嘛，对不对？那是谁下令？有，我们后来签准的是你下令嘛，对不对？你们一定有一个程序嘛。有，当然都有签报，然后也跟大院这边报告。我知道，那到底是谁下令嘛？你告诉我。下令当时是应该，我想应该是财委会在审预算的时候。是的，我现在你去做那个动作，把它下架嘛，对不对？那个连结把它拿掉嘛，那、啊、是谁下令的啦？就是大院的决议，我们依照大院。你要查来，你把那个把超连结拿掉，那到底是谁叫那个工作人员把它拿掉？总是公文内部行政程序啊，你要一个行政程序处理啊。是我们。当然，听谁的话啦？那个到底是谁下令的？我现在问这个问题啊。哦，也没有，我想应该是这样子，就是因为大院这边决议，我们必须依循，所以内部签合之后，我们也报了行政院。那你签合签到哪里？签到行政院。对你内部，你们内部长官你是签到哪里就？当然会到，就是我们的署长。部署长是署长在网上签。如果我们报行政院，当然会往财政部报。所以所以当时立法院通过决议，然后这个下架是署长做的决定吗？你总是有人下决定，那个还会有人去移除啊。啊你既然都要讲到立法院，我就干脆我们话就讲清楚啊，对不对？啊，你现在不回答我，我咨询我是因为我们是依照大院这边的决议，啊、因为这决议是有我知道大院的决议、啊、有白纸黑字的时候，但是你们行政程序，我总不能说叫你这个做什么事情啊？你这个你们这个公务体系还是有层层负责啊？
那到底是谁下令的、啊？好，你不回答的话，你把公文哈、哦，当时那个公文签呈，你送一份到我们内政委员会，可以吗？啊，对对对，就说你从是谁开始签哦，啊，签到后来是签到行政院，到底是谁核准？那这个你那你就把公文提供给我，我们就不要浪费时间，好不好？好，谢谢，谢谢。那法务部来。等一下，拍嘴啊！什么时候要给我 ？Hello， 什么时候要给委员会？今天礼拜四，礼拜二可以吗？下礼拜二 okay, 没问题。好，谢谢。对，好。我知道你有难言之隐了、啊，所以好，来，谢谢。啊，脚小心一点，来，来。主席，与会先进，大家好。法务部奉主席指示要再回应哈。那法务部以前的意见啊，都认为应该是在那个政党法草案里面来处理哈。以前的意见是这样。那如果那要处理有关政党法草案通过之前呢、啊，有关党产的清理，如果要单独立法的话，应该有。哪个机关来担任会比较好？我从这个角度来跟各位说明。从答应各委员提出的版本、啊、不管是政党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草案或政党及附属组织取得财产清查或处理条例草案来看呐、啊，从事立法目的跟事务的本质啊，都认为都是在什么确定了解政党现有的党产。哪些财产应该属于国家财产？将原本属于国家财产取回还国家，或规范政党事务活动及国家处理财产的规范，应该啊，以本部所主管的法律、行政的法律事务啊，这个执行是两个是不一样的。所以草案的主管机关，我们认为还是应该有内政部或是执行财产的财政部，而不是本部。这是第一点，从事。立法目的跟事务的本质来谈。第二个是说，本部在90年奉行政院指示，以法律事务机关的立场来拟具那个党产的草案呐、啊，并不是本部法定执掌的主管事务、哦、我们先说明这个。那现在时空背景都已经转变了，当时是没有政党法草案。现在有的话，所以我们本部是认为说应该放在政党法草案里面，有关财务章的规范很多，甚至有过渡性的条款的处理都已经规范了。那退一步讲，就是说如果要政治要特别立法，那政党法的施行前啊，这有关这些处理，即便本部后刚才所讲的行政院的法律事务，或是说一个法案的草拟啊，它只是一个代理性质。如果以后通过之后，应该有内政部或财政部来主政，负责推动立法事宜后续的党产的清查追讨公众、哦、我们大概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说，有关目前那个，如果是说以前的党产、啊、跟政党法及授权订定的法规命令、啊、统一规范，我们认为是这样才会事前的统一，由主管机关来整个来说明会比较清楚，而不应该什么割裂的式的一个立法，这个恐怕会有所冲突。也专家学者所担忧的是，会两个法会不会有部分会有所矛盾哦，是这样子。那从一个如果要单独立法的话，无论就刚才所讲的立法目的、事务的本质或各部会。那个职权分工来说，其实主管机关、啊、我们认为是说，应该会不会比较倾向于要刚才所讲的，有内政部或财政部来处理。那我们呢、啊，法务部会什么？会以行政院法律事务的一个机关的立场，会提供法制作业或法律上的咨询意见。那目前我们部里的意见大概就是这样子。好，谢谢。好。这个有没有我们学者要做第二轮的发言？有没有？啊，等一下，对，哎，我登记下来好不好？哎，王教授还有罗教授，那行政机关，我第一轮让他们，哎，能够表达意见。
主席、各位学者、专家、各位行政机关代表，大家好。那交通部针对就是讨论提纲第三点，因清查之政党范围哈、是否应该包含本部主管的电信跟邮政协会，是否应该一并纳入这个议题呢？哈、那交通部表达是建议不宜予纳入。那主要的理由是说，因为我们交通部主管的财团法人台湾电信协会跟邮政协会，它的资产是政府接收日本撤退台湾所遗留的财产，那他为了要发展电信跟邮政业务而成立的一个财团法人，那他在完成财团法人设立登记之后呢，他的资产是非属个人、私人企业或是政党的财产。那第二点呢，他们在两个协会的一个捐助章程都有特别明定，本会基金及收益不对特定人给予特殊的利益，解散或撤销许可时，剩余财产亦不以任何方式归属任何个人或私人企业，依法全部交由交通部来结缴国库。那另外呢，两协会在每年针对预决算书的部分都也会提报来大院来一个做一个审查，所以在大院以及我们行政院的一个监督管理之下呢，那资产应该不会沦为私人的一个财产哈。所以以综上刚才所说的理由呢哈，因为我们的主管的电信跟邮政两个财团法人呢，他的财产不应是属于政党的一个范围，所以有关讨论提纲的部分呢，我们是建议不予纳入。那是不是建议说，在纳入财团法人法修法的时候再来一并处理？以上报告。好，谢谢。那来。主席、各位与会的学者、专家跟各机关代表，大家好，我是全序部代表。这边针对有关党职并公职年资应否纳入清查跟处理党产范围，本部认为说，仍然应该继续维持考试院95年院会的决议，也就是废止相关采计规定，而且也不追溯既往，而不再重新处理。那我们的理由有三项哈，第一点是。大家应该都知道，我国早期政经环境特殊，那时候因为实施全面戒严，它并没有开放政治团体设立。那后来因为退出联合国等国际因素，造成当时外交情势比较艰难。那相关协助政府推动各项政令的社团，那时候才因应而生。那我们考量这些社团设立的目的，还有实际从事业务以及人员的待遇之心，其实都跟行政部门类同，与一般民间团体并不相同。所以当时考试院是同意说，他的专任人员的年资可以并计公务员退休年资，而且在60年间是订定，两个是相互年资采计要点，也就是公务人员如果转任这些社团的话，其实在那些社团办理退职也是可以采计的。那解严后，因为政党开放设立，那为了避免产生不公的现象，我们也进行检讨，然后从76年就采取断员措施，那明定76年12月3日以后禁用的公务人员都不得再采计这些社团的年资。那后来在民进党执政时期，也在重新进行检讨，而且决定说从95年4月20日起全面停止采计。那现在如果说以纯粹以现今的政经环境跟社会价值观来看待，那忽略过去的历史背景的话，我们觉得对这些人员并不公平。那其次的话，本部之前在95年曾经用人工清查的方式进行资料比对，结果发现曾经采计这些年资的人只有301人。那100年的时候，我们在就当时还在支领退休给予的人进行统计，结果只剩下283人。到今年的只剩下243人。那我们考量说，这些人目前都已经是高龄，而且也逐渐凋零。那基于行政处分的安定性，还有法令不溯既往等原则，我们认为还是应该依照95年民进党执政时期他所做成的决议办理。那最后就是就这些社团跟公务人员年资相互采计的原则来论之，如果政府强制剔除这些原已经采计的社团年资的话，那原由公部门转任这些社团的年资部分，其实他们同样也可以要求说，政府应该要负担这些人的给付。那甚且
如果说追讨的结果造成这些采集社团的年资的退休公务人员因信赖所受实际利益的损害的话，其实政府依法还是要给予合理的补偿。那实际上政府并未减轻负担，反而徒增很多行政成本，而且容易引发社会对立跟不安的情绪，而且甚至影响政府的诚信。所以我们认为说应该要审慎考量。以上报告。这个我改天再回应你了、哦、这个 我是听你把这个念完、哦、你第一个你会去问这些基层公务员大家赞不赞成，就是把 退伍基金的财务是独立 在操作啊，这钱是领你的钱不是领我的钱，对不对？所以不见得每个公务员 都跟你一样赞成。第二个，退伍基金亏损会用到国家的预算，政府还要再编列预算，对，所以我国会会有意见，不是说以前怎么样就可以。嗯，你把那个、哦、我倒是对你刚刚念的那几个人的名字我都很有兴趣的、啊。啊、哦，你这个其实啊、哦，这个稍微上次240几个那个啊、哦，有500多个，原来500多个嘛，你这样累计这样大概政府大概领了多少？那你只要时间方便的话，看说这个其他单位、哦、政府公务员转任其他单位那些人。哦、你这样算一算，你说这样可能会不划算，那你一定有算过啊，那你资料算一算给我看一下好不好？因为你们每次都说不划算嘛、啊、不划算都凊彩公共的，不然一个数字给我们、哦、啊较麻烦你，下个礼拜二之前可以吗？会太赶吗？不会吧、啊、那你就算一个金额给我嘛，大概是只等多少以上的、哦、然后政务人员几个的，那你算一算让我了解一下，看你讲的有没有道理 啊，社会能不能接受啊，啊国会能不能同意啊，好不好？哦，因为你数字都在你手上我都没看到、哦、我这个人、哦、很白目，我一定不会听人家讲一讲我就相信，我一定要看数字。哦、把我的数字都算来、哦、下礼拜二。好，那个我们几位教授还有人要发言吗？好，没有的话，我们在第二轮的发言，我们请这个黄世新教授来，是不是？时间超怎么样？大家觉得怎么样？时间，那个杨教授呢？三分钟啊，哦，五分钟了，好不好？五分钟了，可以吗？五分钟可以啊，来，因为我本来是公听会，我以为好像进入实质审查的政党共防会哈，刚刚其实我不太一直往下，一直往下，一直往下。好，往上。好，第一个，刚刚有先进提出说德国的情况到底是不是我国？那么德国的情况，其实我在书面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哈。可不可以适用？其实大家自己去看着就知道了哈，就知道了。而且我想我算整理的还不错。第二个，我整理的都是第一手资料。像我、哦、第二那篇那过程呢，是从2006他们的调查委员会提出的终结报700多页里面，我、哦、是跟他什么整理出来，所以我不太清楚。这些先进刚讲说，是不是他们得到资料比我更荒，我不太清楚哈。但是我这里面至少我都有引注了哈，所以可不可以适用大家去？第二个就是，当我一直强调，不是东德灭亡，西德清算了。刚有谁好像说东德的 PDS 有没有哈？那政党现在国会有席次啊。他也是一样，跟国民党现在是什么有席次，而是少数党啊。所以不是，所以我刚刚一直为什么讲大世纪有没有？我就是大家一直在谣传说东德为西德为什么处理？因为东德灭亡有没有？而西德什么？西德来处理他？我刚才也讲了，不是，他是在什么统一之前有没有？对不对？那个本来的执政 PDS SED 变 PDS 以后，他失去政权，他还是在国会里面，因为他内阁制嘛，他失去政权，但是他还在，他还活着啊。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订定那个什么两条、20条A 跟20条 B， 所以这个字我为什么有大世纪说的？第二个就是说，大家一直谈到说不当怎么定义？不当定义在这里啦，这就是不当，当或不当有没有？他们曾经请示两位，一个是 Stark， 一个是什么洪安利有没有？请两位宪法学者啊，对什么叫不当？他们在判定的时候不当的定义，第一个很简单。
如果你是损害第三者的自由跟财产取得，比如说国花院，国民党国花院最典型的，对不对？国民党取得国花院的土地，有没有违反宪法里面对于什么人民是不是财产的保全？所以说损害第三者的自由跟什么财产权而取得，你看他讲得很清楚啊，违反基本上德国基本法。其实你给他换，我后面的 PowerPoint 里面有，我跟他换算我们的宪法，因为我们的基本权利保障有没有？其实跟他是一样的啊、哦，所以我只是条文换一下而已啦。哦，所以第一个损害第三者自由财产权保障，第二滥用政党在国家跟社会之主导领导地位所取得的财产。如果你国民政党是这样子，那就是不当。所以刚才讲说不当怎么定义有没有？不当第三，但下一章，这个就很清楚了。他一项没收，如果你是什么情况没收有没有？比如说1935年的第二个购买，第三交换，你取得方式有没有？这如果是属于这个方式就是不当。再下来，下一章，党会党会不是当然就是合法哦？为什么？因为你当时是独占政党，你是强制入党。所以他的党会计算，他是以1990年6月1日党员来算，啊、哦，所以现在有讲说，哦，党会，你为什么你阻止别人家阻挡，你自己变成独立政党，对不对？然后呢，你用你的你入党有好处有没有？所以加入政党并不是什么，并不是自愿的，你违反什么？违反所谓的这个宪法里面的什么结社或是参与什么团体的自由的党员，那个党会不算数。所以第二个，党营事业国家补助，你看什么叫不当？这就是德国，这个不是我定义啊、哦，这是德国在定义不当的时候呢，很清楚，我想很具体的，学法律都是很具体。好，再下来，哎，不，等等，协商。其实最后德国来讲的话，基本上是协商的，是协商来讲的话，但是你看，那个是本来 BDS 啊，最后只得到什么财产？最后呀，他只得到一些，所以说。1933年呐、啊，被希特勒这当时的共产党啊的财产呐、啊，也就是说1933年以后的财产全部没有。那但是人家是用透过协商。再下来，因为时间关系，再下来，德国抗拒，他有抗拒啊，他不是那么好。来，再下来，就大家看，因为 PowerPoint 里面有。好，那往上，要讲说德国不同，我们这有，我们跟德国不同，为什么？人家的执政党在宪法有他的地位，他在宪法有他的地位，他在。1968东德的宪法第一条就赋予什么马克思列宁政党的领导下，他宪法里面有他定位。哦，下面一张，我们呢？我们的中国国民党啊，刚刚讲到党职兵公职有没有？只有在训政时期的时候，您可以，你看训政时期的领导有没有？训政时期有中国国民党全部代表，就训政时期规定中国国民党是代表政府机关，但是训政时期完了以后呢，国民党其实在任何的法律文件上都不存在。其实国民党根本就是不在1994年登记以前有没有？它不存在的。这跟所以也就是说，国民党的统治比东德的 SED 的统治更薄弱。从法律上来讲更薄弱。这是你看到东德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是、在这里。在下一章，对不起，我很快的。那你看大家讲政党有没有？所以第二个，我们处理的不能够处理政党跟附属组织，不是东德处理的是什么政党？哦，附属组织、法人、人民团体，哦，所以大概至于说妇联会啊、什么协会哦，那些全部在里面，不是只有政党跟政党有关的，不是。所以他的调查委员会是什么？一是独立的什么？独立的调查政党和人民团体啊、哦、的一个什么一个委员会。所以妇联会这些全部什么？全部是在里面的范围，大家可以看。这些组织有没有？这些组织刚跟我看说，东德德国清产18个组织有没有哈？你看名称跟这个差不多，对不对？再来下一张，你有党禁，中国国民党他自己本身不存在，但是呢，他有没有党禁？对不对？党禁的话，其实违反宪法的规定呐、啊，对，宪法什么自由结社，对不对？啊，你用阻止，你用你的权力。不让人家成立政党，然后你自己什么自己独占那个权利，所以你所为的一些来讲的话，坦白讲根本就违背宪法当时的一些。好，再下来，国库补助一样，你看当时都有啊，对不对？国库补助呢，其实人家1950、1960的时候已经都知道这不好了，对不对？这些资料再来，你看张耀，你看1987的时候已经有人去抗议了，再来，这是举例而已的。好，我国有什么不同？第一个。中国国民党训政时期有吗？他已经失去统治的什么
正当性，他已经失去了，所以他的比东德的更薄弱。第二个，东德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所以我们处理比他更困难。为什么？他没有政商关系，我们呢？政商关系很浓厚，东德因为没有私有财产权嘛，所以他没有私人企业，所以他没有政商关系。我们呢最难处理什么？政商关系。第三个很重要，大家知道东德完以后有一个转型争议，这转型争议是什么？就是今天我们在会场上看到的，我们就是没有这个转型争议，所以今天才会有这么多问题。为什么？东德的司法官全部清查，看他判决书有没有。如果你看那个清查就不能用，包括学校教师，包括大学里面的教授，社会科学的教，特别社会科学教授，对不对？基本上他全部是这样，不是，就全部清查，就是有些你基本上有偏袒，就是说根本就是在威权体制之下，有没有御用的那些的话，全部什么？全部什么？就转型，我们没有，对不对？还有他司法官，所以这个就是再下一章，这个是行政人员没转型正义，对不对？为什么？中国没有取得法人资格，他中国国民党筹备处他根本没有法人，怎么可以去登记财产？其实跟人家内政部解释，他可以接受。再下一章，跟我们讲，最高行政法院，这就是国外的土地判决。我想，张律师，律师很多哈，在这里很多哈，学法很多。你看最高法院的这判决书哈，这非法人团体哈，他说他是非法人团，因为他国民党不是法人。不是法人在就不能有财产费，他就用一个非法人团体啊，就用技师工会的那个，对不对？那技师工会的话，下面那一张，哎，人家判例是这样写的，非法人团体是什么？民事诉讼法里面有当事人资格，对不对？但是你看哦，无权利能力，不能为权利之主体，尚不能因之而为非法人团体，有实体上是权利能力。我想这法律很清楚啦，就说国民党在1994年以前根本不存在的，更不是法人，他怎么可以登记财产？对不对？这个判决很清楚啊，也知道不行啊。结果他是跟一个什么，那刚刚最高行政所有当那几个审判长啊，法官全部名字列出来。我的意思说，这一步也是下下做的啦。对每一个判决书有没有哈？应该我想律师应该哈，将这些法官的名字全部什么，全部判决出，全部干列出来了。要什么让社会大众来公平的、啊？要不然的话，这个是很难。所以基本上来讲，我们跟东西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全面的转型正义。换句话说，很多人的民主素养啊，很多民主素养有问题。这是未来怎么我们要推动这个条例，从执行方面来讲是最大最大的困难。我想由今天这个公听会，大家都应该可以感受到了，我们的所谓的民主素养到底进步到哪里去？好，谢谢。来，接下来罗承宗罗教授。谢谢主席哈，南台科大财发处罗承宗第二次发言。那首先第一个是我扛了六本书出来哈，那其实在座很多法律人，然后我们都有一句话叫做法律的生命是经验而不是逻辑。好，所以当任何人想要去谈国民党党产问题的时候呢，这六本书你真的要看完一次齁，包括第一本解构党国资本主义，第二本中国国民党自己出的党产问题齁，中国国民党自己出的，行管会出的党营事业的回顾跟前瞻，第三本日本人写的叫做呢中国国民党党营事业的研究，日文写的，第四本呢拍卖国民党，第五本呢杨世仁老师写的党产追缉令，第六本我写的党产解密，第七本这个礼拜六要出的党产追追追。这七本书你看完以后，其实我们今天很多的讨论大概答案都有了。就好像以前张庆熙老师讲过一句话，在台湾当我们谈党产这两个字的时候，它当然是指中国国民党的党产，不然还要指什么？ OK 吗？我们今天不是在谈什么逻辑空想，而是说呢，你把历史史料看完以后，你研究完以后，我们再来讨论，这样会比较有实意啦。所以说刚才很多先进有很多宝贵意见都很好，但是还是要我们不要流于文字，先看完这六本书到七本书，我们再来谈会比较健康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其实我手上有一些资料，就是法务部之前做的资料了。刚才法务部的长官有提到两点，第一点是说政党法跟党产条例的关系，还是认为政党法比较好，但是我找到你们2005年的资料，你们自己做了一个党产的 QA。
党产条例的 QA 里面呢，概念非常清楚，就是说呢，党产条例跟政党法呢，那是两个配套，一个呢是放眼未来，一个是针对过去，这个是你们写出来的资料。如果说你的 QA 没有的话，哇，我给你，我手上有。第二个的话呢，2005年的时候呢，政党不当取得党产条例的草案总说明，这是当年的法务部的法律事务司拟出来的，然后呢，经过行政院会通过以后送到立法院来的。在你们这个当然条例总说明呢，里面自己就说呢，本部乃指示，本部指的是行政院，就指示了法务部呢，邀集相关公法学者、财政学者，另外一个其中一个财政学者就是黄老师啊，所以这个东西你想要呼也呼不过去，因为黄老师当年就在那边嘛，所以法务部弄的啊，所以这整个弄完以后的话，其实法务部你要托关系其实不是那么简单啊，虽然不是说以后你要去主管，可是当年你出来是你们拟出来的啊，所以其实现在归结到刚才一个都没有谈的问题，请问行政院院版的档案条例在哪里？行政院版不是没有档案条例，早就拟好了，放在那个地方沉睡了十年嘛。但是那个东西有什么东西觉得不好的话，你应该拿出来改以后呢，让立法院可以有个并案讨论的空间，而不是只有党，也不是只有委员版而已。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健康一点，尤其是说呢，在整个研究档案条例的一个历史上面的话呢。行政院法务部是最值得尊敬的，因为你们以前拟出的这个条文，包括里面的立法说明，还有呢，德国人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的话，你们都研究得非常的透彻啦。怎么今天好像都忘记了呢？哦，那提醒各位一下，如果资料真的不见的话，我手上有。为什么呢？因为当初党产行政院不良档案网站在被拿下来的时候呢，为什么我知道那么清楚？2008年5月19号。晚上7点，因为刚好6、7点的时候，我在那边抓网站资料啊，抓一抓去上个厕所，回来以后网站就不见了。然后呢，我就把大80%的资料抓下来了。刚好呢，你们提到刚才那几个资料我都抓好了，像刚才财政部讲的那些地籍资料，还有有些包括刚才的 QA， 我全部都在我手上了。哦，所以这其实也不需要你们公布了，我们都有了。哦，只是说呢，我们用这个来检视说呢，到底你们讲的呢是有没有尊重立法院而已。以上报告，谢谢。好，接下来杨太顺杨教授。主席，杨太顺第二次发言了，我只补充3点啊。这个因为刚刚时间不够啊，没有谈到，就是有关这个赋税组织这个问题了啊。我们学政治的，我们比较希望这个从前瞻去看啊，那怎么样用政治的这个手段来解决历史所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啊？这个我想可能用法律来解决啊，恐怕只会使得这个冲突更加的这种深化了啊。那赋税组织啊，这个没有错，可是有很多这个以前，比如包括刚刚大家常常提到的什么妇联会啦，这是国民党这个赋税组织，那过去的这个也都是由国民党在控制啊。可是我认为说，你今天去追究妇联会啊，不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了啊。那我们就讲说，威权时代这个哪个民间团体不是赋税组织？尤其主要的一些民间团体，这个总干事几乎都是国民党社工会派出来的，那今天有很多的这个团体，他也取得他一个独立运作的地位，也变成我们今天在多元政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我举个例子来讲，过去这个农渔会的总干事一定是国民党派的嘛，这个是不必争执。那现在的这些农渔会有很多都已经转向支持民进党了嘛。对不对？所以重点是在怎么样让这些赋税组织它能够更开放，去接受社会多元的意见，而不是说封闭的啊，只是由它特定的这个自己内部的这种繁衍啊，然后变成一种好像家天下的一种做法。所以我觉得应该这个立法上面应该是从赋税组织的开放性上面呢来着手，而不是追究说他的当年的这个产生的方式，或者是当年曾经有过历史上一段比较不光彩的这种日子啊。我想这个都是过去的这个事情啊。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大家刚刚这个次长也有提到嘛啊，这个国民党这个控制这么多的这个党产啊，可是选举还不是选输掉了啊，所以国民党控制这么大，其实国民党也有他很大的一个包袱。这个以前我们讲说党国不分，党国一家啊，我们想的只是说好国民党享尽国家的这种利益，可是我们也不要忘了当年的这国民党其实也担负了很多国家的责任啊，尤其是在我们这外交这种困难的这种情况之下啊，国民党以政党外交，那过去也帮国家做了很多的事情，那这些很多的经费也是从国民党内部在出了。那当年参加国民党的担任党工的这些人，我想他也没有预料到说今天国民党会轮到这种在野党啊，会轮到说什么党产要被清算。那我们如果说
以这些人啊，就是说今天要把国民党当然清算掉，然后这些人从此这个就自己保护啊宽宽的嘎叽加嘎叽啊，这个我觉得我们也许整个社会得到正义啊，可是对这些人来讲，那毕竟也是个不正义的那种做法啊。就我所了解的啊，这个国民党现在大概还有1500个左右退休的党工啊，还在领18%。一个民间团体居然会发给他的这个工作人员呢、啊，退休了以后可以领18%啊，这个如果不是过去党国不分了、啊，大概也不可能有这种做法啊。那这个已经造成国民党今天很庞大的一个财政上一个包袱啊，他每年要编列6亿左右的这个预算呢、啊，来供应这些退休的人。那他只是要维持当初对这些人的一个承诺嘛。好，那你今天如果说一定要说啊，我们把党纲清算掉，你国民党所有的钱全部不能留啊，那对这些人来讲是不是公平了、啊？这可能也是值得看你用什么角度来看呢 啊。那在这个我们在讨论这个不当党产的这种处理条例里面呢、啊，除了这个实现这个转型正义之外啊，另外一个大家常常强调的一个重点呢、啊，就是要造成这个将来选举的公平性。啊，那我刚刚在第一轮发言的时候，我也提到啊，我们跟德国的情况不一样啊。德国个人是不能收捐款，捐款一定是收给政党。那选举的这个宣传发会也都是从这个政党来出的啊。所以党产这个要把党产这个清算，使得这个政党之间这个竞争能够公平啊。我想在德国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我们可以透过其他的这个立法的手段呢、啊，来解决这个问题。好、啊、像选举期间，我们所看到的一些资料，国民党补助他的从政党员一个人500万的竞选经费，啊，这个放到国际的标准上去看了、啊，都太高嘛。啊，那以美国来讲，美国就限制政党可以捐给候选人的一个最高上限，啊，就如果没有记错了，最多好像不能超过$30,000嘛，啊，也没有到500万这样一个数。所以我们可以从政治现金法上面呢、啊、去做规范啊。那我们的这个很多的这个选举经费，其实主要还是来自于这个民间的这个捐款啊。那所以造成我们今天很常常被人家诟病的这个党政不分，这个政经不分的这种情况，那是不是也可以顺便呢、啊，也规范了、啊、这个企业界对这个候选人的一些捐款，使得我们的立法的目的啊，这个所谓的这个选举的公平性呢、啊，能够真正的这个落实啊。谢谢。这个我还简单做一个回应了啊。这个我刚刚听了大家的一个意见哈、啊。这个刚刚这个泰顺兄在提到说这个党职并公职的事情啊，我还是要强调说，党职并公职到底是谁造成的啦？是到底是国民党当时啊，这个跟要求说全序部或政府部门要配合，那假如这个党政不分，是国民党造成的，那当然国民党要负责啊，对不对啊？所以公务人员并到党职里面，国民党毕竟还是一个民间团体嘛，对不对？他要不要去采集公务员的这个年资的计算，那是国民党的事情啊。那国民党现在财务不好，财政不好，他要去减少说他对于这些过去公务员并到这个党职里面这些年资，好、哦。那这个是国民党的这个家务事啊，跟政府有什么关系？这个政府有什么责任说要去帮他买单呢？这个没有 啊，更何况党职并公职的这个计算，这个没有任何法律的规定了。这在没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之下，这是当时的一个会议的一个决议就去做这种处理。那我们现在是一个法治国家，我们当然要依法行政啊。我的意思是说，其实这个当然它有它历史背景，这个不可否认的、啊、但是既然在这个法治国的一个原则来看、啊、这个是当时是确实是一个不合法，或、啊、者、就是不合理的一种决定嘛，不是这样吗？这个不是说政府去强迫说，那你我们要怎么样？那你单方面。就好像说一个公司他要去采集他过去这个从公务员转任来一个民间公司他的一个年资，那是他公司的事情，又不是政府的事情啊。哦、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有讨论的必要啦、哦、那我也非常谢谢说今天所有的不同，让我们也都上了宝贵的一课，不管这个不同的一个意见、哦、那我回应一下这个次长、哦、这个公务员是依法行政的，这个是怎么仕途顺不顺利、哦、这个
跟政党轮替无关呢。这个、哦、你不如刚刚那一席话，我听了都觉得有减损我对你的尊敬。坦白讲，真的真的，这个公务员、哦、你不要去恐吓说，哎、啊，这个党产，这个就什么仕途顺利什么，这个不是这样的。我对你们都很凶，但对文官我都很尊重哦。哎呀，对不对？我们大家立场不同，但是不要。好像有一点恐吓的味道、啊、你一讲完就两三个马上上来讲哦，这个我觉得这样啊，这样不好啦，真的啦，这个政党轮替是常态嘛，啊、哦，那要处理党产也是要修法通过，国会有这个通过啊，这个是国会的事情啊，对不对？国会做的决定，那公务员依法行政就是按照国会的决定啊，当然每个人信仰不同，但是还是这个依法行政还是很重要啊，所以文官要做的就是依法行政啊。哦，这个不要去跟人家讲说什么贴标签或什么，我觉得这样不太好了。说真的，嗯，好、哦，好，那我们今天的公听会哈、哦，我们的徐正伟委员有书面的意见，我们把它列入记录。好、哦，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各位宝贵的意见哈。哦，那各位的发言，我们会归纳整理汇集成册，分送全体委员及各位出席者。即使本院委员没有办法出席，我们还是可以从公报了解发言的内容。好，再一次的谢谢各位的出席跟发言。现在散会，谢谢各位，谢谢。我是没有跟他接触的，跟我们讲完全不同。对。